我现在就举报。当心一些。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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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Hello，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来喽！开播啦 ！Hello， Hello， Hello， 我们的直播开始啦！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来喽，我们来喽！开播，我们的直播开始喽！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好呀，你们好呀！大家来了吗？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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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吗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哈，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好高清啊！今天投出来也很、太高清了吧？这个镜头也显得今天我很好看。你真的是，你这个人就是每天不表扬一下自己，你就是不太习惯哈。真的就是今天感觉。很高清，很高清。我们今天镜头今天镜头太高清了，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姐姐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然后大家多多帮我们刷新一下，也多多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出去，让更多的女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啊，包括我们的那个朋友圈啊，包括我们的那个一些群聊，然后一些超话都可以分享出去。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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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啊！谢谢大家。然后距离我们的年货节还有最后的一个星期，然后我们的那个年货节开始的时间是20号的时候，给大家来做第一场年货节。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我们的直播间玩，然后我们会连续有5天到6天的直播给到大家，都是我们的年货节给到大家，对，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那我们来开始预告一下，好，今天晚上我们会给大家来推荐出来的是哪一些产品给大家，好不好？对的，染头发了吗？对，昨天晚上就染了头发了。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到的产品是那个奥斯托玛的米线。这个米线，就我们之前是对的，奥斯托玛的烤冷面啊，我们这次做的是奥斯托玛的一个米线。对，这个米线很好吃。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喜鹊的豆浆粉。这里很大一盒。是的，喜鹊美林豆浆粉，我们天猫店铺价是19.9元28条，李佳琦直播到手价是69.9元一盒。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浓一切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对切的就切件泡菜，切件的一个罐装的泡菜，然后我们天猫店铺价浓一的泡菜一定要买它，57.6元一公斤两盒，佳琪直播间37.9元两盒给到大家。对，两大盒。我把背带裤都卖断货了，当然我们昨晚很多的，我们昨晚很多的服饰都全部断货了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诺星提拉米苏，买它。这个很好吃，对，这个挺好吃。我今天牙齿变黑，我整个嘴巴变黑，我就要吃它。这个很好吃，这个一会儿展示给大家看。对的，一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天猫店铺价是458元两磅一个，对，佳琪直播间只要99元两磅，2.16折，其实顺丰冷链物流到你家。买不买？买，一定要买，一定要买。这个在线下买是458元，佳琪直播间是99元。好不好？这个真的一定要买它，虽然会长胖，我咽口水，我整个就是狂咽口水在这里。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到的是一口阳光的夹心海苔脆。对，它现在是主力包装这种。是，天猫店铺价是57.7元三大包，佳琪直播间到手价是29.7元三大包，平均每一大包只要9.9元。对。同样，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零度国坊的一个 NFC 橙汁。这个橙汁很好喝。是的，天猫店铺价89.9元九瓶，李佳琪直播到手价59元九瓶给大家，我今晚自己都要买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我们的 Riddle 的一个奥地利的很有名红酒杯，嗯，就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在家里面就是喝喝红酒啊，聊聊小天啊，然后那个邦的那个声音，我的妈耶！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548元一对，佳琪直播间148元一对。老板整个疯掉，老板真的是对我太好了，这个真的很划算，2.7折活动力度，原价500多，是的，只要148，没错，买它啊！然后这是有200多年历史品牌的一个就是红酒杯的，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 Lovo， 我们要把镜头切一下我们的 Lovo 的彩虹酒雾鹅绒被，对，很漂亮，鹅绒被，鹅绒被来了，彩虹的酒雾鹅绒被又来了，买鹅绒被啊！很漂亮，最后一场鹅绒被了，不是应该是真的最后一场了，最后一场鹅绒被给到大家了，收尾了啊！天猫店铺价是1.5×2米1299，2米×2米31699，2米2×2米41799，佳琪直播间到手价，美们79911991299，超划算，活动力度直接减500元，95鹅绒被给到大家，特征也是高考。对，同样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这样的产品是所有女生，我们的。
罗莱的一个床垫，抗菌的厚床垫给到大家。哦，我跟你说真的，我化妆师都要买这个床垫，这床垫真的性价比贼高。所有女生，一米二乘以两米349，一米五乘以两米379，一米八乘以两米399，佳琦直播间到手价249、279、299，超划算。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天猫精灵的摄像头，它是一个乔安，这个乔安品牌。是的，天猫精灵的乔安智能摄像头。199一个，佳琦直播间到手价159，再送大家六个月的7天阿里云储存给到大家。同样，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九阳空气炸锅来喽。对，这个真的可以做一桌子菜，买它。这个我们今天做了一桌子年菜出来了，所有女生，这个是我们的返场活动，这个就是在我跟你们说过年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买回家，就是让你妈妈烹饪起来，让你们家人烹饪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方便，一机多用，可蒸可烤可炸，对，好不好？天猫店铺价1399一台，而且是可试的，对，佳琦直播间到手价只要549块钱一台，这个买它只有3000个现货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我们的 KASJ 智能养生泡脚桶，这个就是给大家囤了一波货，也不知道够不够，也是做最后一波货。我们的智能泡脚桶来了，天猫店铺价549一台，李佳琦直播间到手价266一台。我们的泡脚桶，好不好？这是最后的一波泡脚桶了啊，只有15000台今天晚上。然后同样，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我们的沙宣的洗护套装，这里是天猫店铺价99块钱一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佳琦直播间到手价82块钱一套。144两套给到大家，对，还会再送额外的小赠品给到大家，好不好？沙宣洗发水来喽，是，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美妆会有到的是 RVB 养肤粉底液，天猫店铺价279一瓶，佳琦直播间149一瓶 RVB， 相当于5折，很好用的一个粉底液。同样，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 RT 化妆刷来了，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两套，一个是面部套，一个是眼部套，面部套是李佳琦直播间的专享版。这个是我直播间帮你们搭配好的专享版，这一套我跟你们说到手价只要139，超便宜。这一套到手价只要109，买都会送一颗化妆蛋，再加清洗液。对 ，RT 化妆蛋一颗就要59、69，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个套刷只要50多块钱，真的很便宜，抢它好不好？同样，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我们的足霜来喽，奥可菲的足霜，奥可菲的护足霜来了，几十年的一个品牌历史的一个护足霜，这个也是我们直播间卖断的产品，对，就是哪个地方干燥，手肘、膝盖、脚部以及我们的手指的关节处，你都可以涂抹的一个护足霜。天猫店铺价89一个，佳琦直播间到手价54一颗，98两颗给大家，对，买它啊，抢起来，到了5000个，到了5万个。我们同样还会有到的是珀莱雅红宝石精华，抗老的一个扛把子精华，20%，所有女生20%的那个六胜肽，再加上 A 醇给到大家，这个精华买起来抗老真的非常棒，好不好？天猫店铺价259，30毫升，佳琦直播间199，买30毫升送45毫升给大家，相当于3.1折活动力度。是的，奶枣很好吃，谢谢你们。抗初老需求的女生就可以拉。是的，然后我们还会有到的是妮维雅云柔氨基酸洁面来喽。天猫店铺价79块钱一瓶，佳琦直播间59块钱一瓶，买一瓶送一瓶，2.6折活动力度，买它。还有，买它，再送一个他们家的一个云柔洁面。50克，再送氨基酸的一个精华面膜，这个今天会抢，太便宜了吧，这个今晚会抢爆炸，买这个，这些是送的 yeah， 我跟你们说这个用来洗澡都可以，好不好？真的太棒了，这个洁面2.6折，抢它。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百事蕾小蓝罐，买它买它买它。有个女人说我后悔只抢到了16包奶枣糕，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最近我的微博广场上全都是收到奶枣了，吃了说李佳琦真的没跟他买错，这个奶枣太好吃了。他说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他说我吃过别的品牌奶枣真的很难吃，他说这个真的没有骗我，就是他那个棉花好吃不好吃那个奶枣奶粉刚刚好。后悔吗？我的奶枣还没有发货，我的奶枣还没有发货。哎，我预售发了。我预售没有，我看看，我今天再看看我们。然后因为姐说20号可能再会返场一波。一波是多少？没少于50万包我不要。50万包，500万还是500？500啊的一包的备货。OK OK， 那也没多少。你这个跳的蛮多。你神经病，25万包到50万包的量吧，就最多了。
55，应该是50，最多50万包，嗯，最多25万包。你们要吗？他说出个大包装，对，出那种，你看箱子。我的还没有发货，快的快的，马上的马上的，我还没有发货，真的买很多哎，我买超多，我买了，你可以给你看，298，29块8，买了12包，12份，不是12包，是24包，我买了24包都没发货，我的还没有发货，值得等，大家等，耐心等待，对，那大家就是第一场零食节20号是吧？20号第一场零食节的时候，年货节第一场，我们的奶枣糕会返场给大家，是的，好不好？我们奶枣糕会返场给大家，大家可以来抢一抢，就是50万包左右的最后的货给大家。所以如果让老板就是通宵达旦，不要休息，好不好？这几天他们没有在，没关系，再让他请工人，就一批工人去发货，一批工人赶快做货。对对对，但要保证质量。对。过什么年啊？看团购重要啊！真的，好不好？大家来抢一抢，到时候大家来抢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百雷士。蓝罐小唇膏买它，天猫店铺价29.9一颗，嘉悦直播间到手价45.9三颗，还有到的是多芬的身体石榴的磨砂膏哦，超好用。我们直播间的爆款的爆款的爆款，139两罐，佳琪直播间109两罐，再送多芬免洗洗手液凝胶一个，对，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我们今晚上的芙蓉肌奶冻霜。好好用，对，这个很好用，只有2万，所有女生面霜这一颗，我跟你们说，买了芙蓉肌的精华水的女生，请买这个面霜用，60%二裂酵母长绒孢物作为第一个成分，买它。一会儿给大家看，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只要229一瓶。同样，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创尔美多效修复面膜来喽，这边我们的创尔美返场了，15000套，15000个女生可以买得到，买一盒145，买两盒。240再送一盒给大家，再送正装228的精华一瓶，对，只有水跟胶原的面膜，3.69活动力度。同样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我们的娇韵诗身体调理精华油，这好好用，买它，娇韵诗精华油终于来了，560一瓶，家人们到手价560，买就送美手膏，就是护手霜30毫升一支，再送同款的身体油30毫升，再送精华水50毫升，再送日间霜15毫升，相当于5.2折活动力度，对，好不好？娇韵诗的油今晚一定要买起来啊！还有，同样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爆款产品正轩墨气垫，终于到货了，真的好用的正轩墨气垫来了，性价比又高又好用，自然遮瑕不假白，而且干皮油皮都可以找到你适合的颜色，因为是有水润版跟哑光版两种的，买它。天猫店铺价279，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佳琪直播间189，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对，猪猪女孩们和想要买好用的气垫霜女孩们，正轩墨气垫，请买它。我们直播间的口碑款，还会有到的是 Clean 的香水。今天晚上买它，很温暖，很温暖的柑橘、马鞭草、橙花以及海洋香调和富奇调的麝香加琥珀的一瓶很干净、很温暖的一瓶香水。而这瓶香水是真的，它的热度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主要就性价比非常的棒。对，269一瓶，佳琪直播间169一瓶，只有6100瓶，破价直播给大家 clean 的香水，干净到不行。白衬衫，所有女生喜欢佳琪，记得都关注李佳琪直播间。然后所有女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年货节第一场。是在1月20号给大家上直播，对，然后我们会连续5天，每天都是不同类目的，对的，年货节，连续5天的年货节给到大家。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不直播来的？你说26是吧？26之后就不，26不直播，26不直播了，27、28、29都播，最后一场直播就29号了，确定啊？好，确定。可以，我要联系一下我的医生。开心了吧？开心了吧？没有没有。下班了，很开心了哈。只能29号跟大家说新年快乐了。好不好？但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还是会有直播，就聊天直播，发红包给你们哈。就是不卖货，就只是发钱给你们，不是发钱，就发红包给你们，发福利给你们。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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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没有直播省钱了，那你们会想我的。好吗？你们真的是，你们说没有直播了，太开心了。过两天李佳琪什么时候回来呀？好想念他哦！我这个钱都花不出去了，我的红包都没有地方花了。可以，你倒是不要想念我啊！可以，我们可以天天吃。什么？你来，你来，可能我要陪我的家人。他说他可以，他们可以的话，问问可以一直陪你。点读笔，我们会在母婴节上给大家。点读笔，我们会在母婴节上给大家的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母婴节会有在
五号，对，25号应该是母婴节。你整个年前有母婴节吗？年前什么节都有，零食节、美妆节，然后服饰节，然后还有那个母婴节，然后还有生活节。哇哦！五场大节给大家，连续五天，所以那五天我跟你们说，所有活动都取消啊！你们所有的就是聚会活动啊、玩的活动啊、吃饭的活动啊，哈、啊，都取消，好不好？就准备五天的时间。对，准备五天看我们直播，就看完了，差不多今年就不用买了，好不好？有减肥节吗？没有。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吧！谢谢大家，来，所有女生第一个奥斯托玛米线来喽！哇哦，这个这碗米线我跟你们说很棒。就是我们的主食还是要多囤一点的放在家里面，要不然如果万一啊、哦，对吧？过年没什么吃的了，你还可以拿出来吃一点点。这个米线我跟你说，除了啊，这里面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加的啊，对对对，它的米线就是这个产品。这个米线是给大家看一下，美们是真的，我们湖南人和那种江西人很喜欢吃的那一种米线，它是那种圆米米线，嗯，它不是那种你知道细粉丝，这种圆米米线非常的 Q 弹，给大家看一下。它感觉就很非常的感觉会弹到我牙齿的那种，是真的很 Q 弹，很 Q 弹，很 Q 弹。而且这个米线的味道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去调节，然后它里面会有到这样的一个料包，是我们的一个辣椒油的油包，嗯、然后还会有到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麻酱包，它的味道做的真的好棒。麻油包，麻油包。对，然后还会有到的是一包油包，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节，然后根据自己喜欢吃的，比如说加两块肉啊，加两个我们的那个什么蟹棒啊，再加一点什么，就是那个水饺鱼丸啊，都可以。嗯，所有女生，奥斯托玛的米线真的很棒，你们一定要买，它是我们的爆款，我们上次卖爆炸的东西。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14.9元两袋，佳琪直播间数量填三。嗯。29.8元六袋给大家，对的，很多，数量一定要填三，29.8元六袋，是，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3、2、1，上链接来喽！对的，这个米线是要大家经过水煮的啊，是的，要用水煮的一个米线哦。对的，而且其实它可以做成这样汤面，其实很多会吃的妹妹，它会做成这种拌面也可以。对，煮熟了就拌面炒面，拌凉，对的，就拌那什么酸豆角啊，或者是那种辣椒酱啊，都可以用它来吃。应该也会做过炒米线、拌米线，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米线吃。下架了，所有女生买它，就在过年的时候晚上跟兄弟姐妹玩太晚。对吧？然后突然饿了，就可以每个人煮一碗，就很好了啊！而且又划算又便宜。我的发色的产品会在后面给大家上的。佳琪就是我卖的东西，自己染的头发。昨天我看你染的很棒，我觉得显得头，说句实话，显得头小了，而且年轻很多。对，真的好看，而且整个白到不行。会，就发色会亮起来，会衬的人亮。所以你们想要在就是过年的时候有一个新发色，请锁定李佳琪直播间。而且我还帮你们把妈妈爸爸的染白发的染发剂都帮大家准备好了，遮白发嘛。嗯，遮白发的染发剂我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大家放心啊、哦，但是我们奥斯托玛也为大家准备好了。是的，奥斯托玛又下架了，来加货吧。啊，我们再加一点，我们再加3万份。对，我们妹妹一定要数量填三，到手的话是29.8元，有6袋那么多。是的，我跟大家说，过年啊、哦，大家就是提前2天回家、嗯，然后帮爸爸妈妈染染头发，然后妈、爸爸妈妈帮你染染头发，我就特别特别的棒，还可以省很多的钱。帮妈妈染好头发之后，妈妈哎，可以来点。对，你就跟妈妈说二维码请扫一下啊。怎么样？你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而且就在家里面帮家人一起染头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是是。嗯，确实我们的染发膏就选的蛮好的，就真的我染出来就像店里面染出来一样，是很好看的。对，好不好？谢谢大家啊！来，奥斯托玛米线我们再加货喽。是的，已经加好了，大家数量填三啊。嗯，这个米线真的巨 Q 弹的米线，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米线，好不好？做甜水面啊，做自己喜欢吃那种炸酱面啊，或者做那种你知道。哦，炸酱面是面条，不好意思，就那种拌粉啊，粉都可以用它，炒粉都可以用它。如果你觉得它料可能不太，就是不太自己不太爱吃，你自己把这个粉做出来做另外的都可以去做。对的，好不好？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谢谢你们的支持。来，我们下面一个产品来了，我们的喜鹊美林豆浆粉，我要喝豆浆了。豆浆很适合国人去喝啦。Yes， 因为就是真的，我们的肠胃可能有些人不太适合于牛乳，因为乳糖不耐受嘛。但是我觉得豆浆的话还是比较更适合于什么，就是国人去喝。然后我们这个的话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是喜鹊美林豆浆粉，它是七彩豆浆粉，什么意思？第一个，所有女生，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高达40克，就每100克的豆浆粉的蛋白质含量是高于国际标准，不是国家标准的。2倍，对，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是很好的。第二个是不添加蔗糖，对，这很重要。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糖，不添加色素跟不添加香精，碳水是国家普通豆浆限定标准的一半。
所以比较的营养一点点。然后还有就是所有女生，它里面的口味有很多种，七种嘛。对的，七种口味，你可以每天喝到不一样的，比如说有那种果粒味的，就是我这个是果粒味的，然后还有坚果味，还有红枣味，还有五黑味，还有浓郁味和经典原味等等等等，有七种不一样的豆浆口味。所以就是在家里面，你早餐可能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会出摊了。就是早餐肯定是在里面自己做一做，就是每人一杯泡出来，然后直接喝，然后再煮两个鸡蛋，然后煎一点饺子啊，煎一点馒头，煮点米粉啊，对，就很好了啊。所有女生，喜鹊美林天猫店铺价119.9元一盒，28条，这样差不多回家过年差不多可以喝完。一个月的量差不多。佳琦直播间50元优惠券，69.9元28条，再送好好看的杯子，炫彩杯，我们再送一个杯子给大家。嗯，好不好，这个你就放到办公室或者放到自己的书房里面用，或者放到家里面自己用都可以，它可以有到那种保温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还有这样的刻度，就是你充多少它都帮你都已经设计好了。没错，我喝五黑的，毕竟要长点头发。你看，别这样别这样啊，这仅代表开玩笑，相信今天会撤回会也开过了，干杯干杯啊，开过会就是不一样。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每天在培训，每天都在培训那种各种你知道不能说的话，可以说的话，和我怎么样说话，可能不能说的话这么多，对，可以说的话这么一点点。然后我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开会的表情，就旺旺坐我对面，我们两个就隔着个桌子坐，然后整个老师一说什么东西不能说，我跟旺旺两个就真的吗感觉自己职业道路可能就我感觉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越来越窄，就可能会走出新的路了，可能会就是你知道整个后面就是大家听直播就是要费脑子那种，要就不直白哦，就可能用各种婉转的语言跟描述去形容它， 是一个益智类节目。对，益智类就是万一有一个点没有听清楚，就像上数学课就突然打了个盹，后面所有都听不懂了，就猜猜我在说什么啊，真的太难了。他美林的话他觉得我还能转回来，我觉得我们数量一定要填10张50元的优惠券，这样不用备注还会送我们一个新年的一个杯子送给大家。是的，好不好，来所有女士准备好了，50元优惠券，是甜不甜，没有蔗糖也没有麦芽糖，是3、2、1上链接，如果想要加甜味自己加蜂蜜进去。对的，因为它不是它，但是还是有点甜味，因为它里面比如说有黑豆啊，那个百合山药啊，是的，添加在里面，所以说它的味道很多种。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味道真的好喝的，就谷物的香味。下架了，来我们加货吧。就一个礼拜七天你可以吃到7种不同的味道。然后他们就说以后就这样直播，上链接自己看店铺详切面。这样也很好，我们一天直播可能就10分钟下播。就是没有，你就这样。我每天上班就这样上10分钟。你还要说30秒到了，你们看完了吗？3、2、1，上链接啊，这样给他们点时间看啦，就这样。我们还是转回来，我说我们的豆浆吧。是，感觉我们的那个招商到旁边盯着我了。我们这个数量填10张50元的优惠券，没错，一样50元的优惠券。是的。然后有7种口味，一共一包里面有28袋。对，如果家庭的话，如果没有买豆浆机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两口之家在一起，就家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去做一些烹饪的话，你就可以买这样当一个早餐去喝它，就真的还蛮不错的，平均2.5元一杯。是。那它里面的料是非常非常的棒。就这种特别适合那种不能喝牛奶，因为大家知道喝牛奶乳糖，我乳糖不耐受可以拉肚子，但是它呢又能补充你的一个植物蛋白的一个含量，所以说我觉得国人可以买买看我们这种植物的豆浆，是的，真的很棒啊。然后如果喜欢喝黑咖啡的女生们哦，要多多补钙啊。我的建议，好不好？一口纯属李佳琦的建议，一个口水差点。我经常就每天要喝2-3杯黑咖啡的话，可以多喝点豆浆。就我觉得，就搭配2杯豆浆去喝一喝。对，就是喝豆多喝点，我觉得对自己还是都有，不管你喝豆浆还是喝牛奶，对，都是有好处的，好不好？毕竟营养成分是很高的。是的，谢谢大家，大家自己去买我们的喜鹊美林，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还做了1000多份哦，大家可以赶快去抢抢，这个留着喝。谢谢大家，来我们下面一个农医的一个，哇，这个不买不行，这个啊，不买真的不行。啊，整个味道，我刚刚一进直播间，就是这个味道充斥，哇！哦，这是神仙，谢谢您，谢谢您。也不需要这么样吧，谢谢您，只是播一个泡菜而已。这感觉，这个我很后悔，我刚刚吃了晚饭。我没怎么吃。小顾 ，Come on right now！ 你这个小顾整个没来上班是吗？是你的，是不是？不是，整个非常。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要吃晚饭？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我好爱吃这个。我爱吃到飞起来，我在韩国就是可以用这个一个东西活，就是活下来。真的吗？就是部队火锅。我跟你讲，我可以每天24小时吃部队火锅。对，我有时候看电视剧嘛，看到他里面吃泡面，太好，我就好恨自己没泡面没泡菜。吃部队火锅吧，还是你要吃？你要吃哪个？那个，你拿这个话可能有点重哦。那这个不重，好好好。
我们拿一个小碟子来，我就直接生吃了，就生吃泡菜。那我吃这个吧、哎。来，我们来聚焦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一大罐的。哎，这是什么？这是诱惑，这个泡菜，我的天哪！嗯，在冬天的时候，食欲不好的时候，你就拿个小碟子加点泡菜出来，你再吃那些大鱼大肉，没有那么的腻，那么的齁。而且你还能做泡菜汤。呀、哎。泡菜汤，对不对？啊，每天就是那种各种什么鸡汤啊、鱼汤啊、猪蹄汤啊，各种汤都吃到腻的要死。大鱼大肉。你就做一次泡菜汤，放点豆腐进去，再加一点就是你自己想要吃那种，比如说土豆啊什么东西在里面就。很好吃，我泡菜汤绝了。美们，我跟你说，我们家人吃饭就是，我们是湖南人，我们会有一个碟子吃辣椒酱，一个碟子就是那种泡菜啊或者酸萝卜啊之类的东西。对对对，你们会吃酸萝卜。我们家超爱吃泡菜。然后告诉大家，如果就是那种，比如说到了晚上傍晚饿了的话，来一个蛋炒饭，嗯，把这个泡菜剁碎一点点，加在蛋炒饭里面炒一炒，绝了。那个蛋炒饭，我的妈耶！神仙味道的感觉啊。但是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泡菜做什么？好好吃哦！做五花肉，嗯，有很多人会做五花肉炒泡菜。就五花肉有的时候会很肥很腻，对，然后会过于甜，就可以把泡菜放进去。嗯，而且冬天你喝一碗，要不要买啊？你们要不要买啊？嗯、美们准备好了没有啊？手速，我只有哎。只有五万瓶哦。嗯，5万瓶。我只有五万瓶哦，卖光就没有了。嗯，我们这个真的很划算，今天的价格，大家拍拍汗。嗯。而且冬天吃碗热腾腾的汤巨舒服，脆，它的那个菜是脆的那种。来，天猫店铺价57.6元两罐、嗯、每一罐是1000克，是佳琪直播间是37.9元两罐给大家，它是甜辣口的，不是那种甜口的啊。3、2、1上链接。而且它的蒜香味很足，如果不喜欢吃蒜香的东西的话就不要买。嗯，但是很多妹妹你买回家之后你要放在冰箱冷藏，因为它会不断的自己发酵、嗯、然后它就可能会胀，知道你要放冰箱让它低温储存一下。下架了，来加货吧，再加3万罐，数量填一拍立减，不用领取优惠券。你这个买回去炒鱿鱼、就是炒鱿鱼，然后炒五花肉，炒做泡菜饼，还有家里面有那种就是我们卖那个 Bruno、烤肉哦，吃泡菜绝了，真的绝了。然后很多这种泡菜的很多这种吃法你都可以去自己开发，嗯，很好吃。特别我跟你讲，平淡无奇的泡面上加上一坨泡菜和一片芝士都好吃，整个棒呆。嗯，来，我们马上加货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姐姐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而且加好了，美美，我们的泡菜加好了，浓一泡菜真的很有名的，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拍一拍。它的一罐是1公斤哦，是的，两斤，你到手的话是4斤，4斤泡菜只要37.9元，对，真的划算的。嗯，还有3000份，我们加了20000罐，还有最后的2000份。我们还有最后的11000份，还有最后的800份又下架了，来，我们再加吧。是的，我们的浓一泡菜再来加货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喜欢加起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嗯，你上37.9元到手2罐2000克，4斤的量给。是的，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年货节啦！赶紧、哦，这是我们真实的年货节了啊！我真的是玩真的年货节了，从20号开始哦。抢不到就没办法了啊！对，抢不到就自己再次去超市买了呀。抢不到可能超市都关门了，因为超市他们有些员工可能要回家过 年了，所以说个人建议你先备，总归是好的。嗯啊，先备着在家里囤着，心安、心安，我真的会心安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好，我们这个浓一的泡菜的话，数量填一，到手的话37.9元，有两罐到手4斤的量给大家。对的，它不酸，它是那种酸甜辣的口味，它是那种很不错，我个人觉得很喜欢，很爽脆的口感啊。嗯、是的，干净的爽脆的口感哈。嗯，好，我们谢谢大家，来我们下面一个咯、我们哦，哎，我刚刚涂什么润唇膏啊？不用涂润唇膏 的，这个又要洗把嘴巴吃掉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不过生日也要买蛋糕，哦、这个就要囤到家里面。快乐，先生。这不是快乐，这是诱惑。来帮我提一下那个下面。可以，其实可以直接就这样开了吃了。给我一把刀，叉叉在，哦，这个刀也太小了一点点吧。哇哦，哇哦，先生可以给我一块吗？可当然可以，谁想吃？哦，就今天过来排队，带给大家我们的那个诺星的提拉米苏的一个蛋糕。Yes， 上次很多人都说想要这一块，嗯，然后我们就帮大家拿到了。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老板真的，我跟你说，可能是。怎么了？图谋不轨，对我有点。为什么？这个价格给到我有点惊讶。这个价格，其实他刚刚出来提报的时候，我问他们，招商你是不是少写个一？对，或者是不是脑袋有点，就是你知道，就是感冒了。可能感觉这个老板应该是亏了很多很多钱了，是真的。真的感觉他老板对我有点图谋不轨的感觉。因为这也太便宜了吧？你知道我当时是这样反应，我说啊。
我说不可能，我说你再去确认一下。对。真的，真的，所有女生诺欣的提拉米苏，两磅重的提拉米苏哦，你用刀插一下，好，两磅重的提拉米苏哦，线下价格458，真的，他买的话就458。佳琦直播间今晚你们买99，而且还可以储存的，嗯，你放在冷冻里面保存90天，它一个保存，所以你过年的时候你绝对可以买到它，5到8人食这么大一个两磅的给大家，对，美们囤起来好不好？囤起来买它，真的好好吃。来，再帮那个周凡插一个。啊，当过年人家吃甜品都是吃八宝饭跟，当然也可以啊，八宝饭跟那个汤圆就是很传统。但是如果你拿出一个蛋糕，哎，会觉得今年的过年很不一样。而且小朋友在家里面就喜欢干嘛？吃蛋糕。是啊，吃甜品嘛，因为过年除了自己生日，应该也很难。我把水擦一下。也很难吃到那个蛋糕啦。是的。其实现在吃蛋糕无。哎，你看它一层一层，整个。对。非常非常有诱惑感。下面就可可粉，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牛那个，哎，一下子忘记奶油，奶油，然后还有我们的手指饼干那个胚 ，yes，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到什么？还有到那种提拉米苏，就是提拉米苏，就提拉米苏是本来，对，对不起，这还有提拉米苏，还会有一些可可粉在里面，会不会那么的甜？你会比较的偏甜甜的苦苦的，这种香味很好，嗯，就是我用刀吃是不是？对不起，因为它里面还有加了一些部分的酒精。所以说它不会让那个甜特别的甜，因为它酒精会带了它一点的苦味在里面，所以它是那种香甜的那种。开始转圈圈了，我要。是的。好棒哦。很非常的顺滑，是不是那个奶油的口味？老板，你年货节来不来啊？年货节有啊，有另外一款。哦。就你那天问我那款叫八。哦，我们不能再诺心老板，他会心伤心的。就他呀。整个我伤心了。就我们那天还有他，嗯，就诺心对我们很好啦，老板，爱你哦，嗯 ，come on 啊，所有女生，领不用领券，准备好了吗？2.16折，顺丰冷链到你家，哇哦，3、2、1，上链接来喽，是的，它是顺丰冷运啊，它是顺丰冷运到你家，那个薇诺娜特护霜美妆节，对的。然后要跟大家额外提醒，我刚刚说到里面含了部分酒精，所以说如果开车的话，建议你就不要吃。然后孕妈妈也不要吃啊，因为它里面含了部分酒精，所以说从事一些职业的那个人就不要，就可能开上班之前就不要吃这款蛋糕。但平时休息在家里你可以吃一吃，没关系啊。只有5万个，嗯，加好了。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半化没化，就是有点渣渣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淇淋的口感，好好吃。太棒了。啊，你想，我感觉这一头对我来说有点太多。但是又舍不得放下，对不对？嗯，而且它99块钱5到8个人，请问先生一个人多少钱？15块钱最多了。12块钱，就是如果你是八个人吃的话，我跟你说，其实八个人绝对吃就是不差不多了。你看1、2、3、4、5、6、7、8，你刚刚这样吃，因为这我这样切这样大一坨太多了。其实现在人都会吃这么一点。对，就是这就是我大概吃这么大一坨，就因为它太厚了。嗯，真的。整个我跟你们说吃不完，真的吃不完，就是真的很扎实。所有女生加好了，我们的货加好了。是的，赶快抢诺心提拉米苏。对，我们诺心提拉米苏的话，你数量填一到手的话就是99块钱一个，因为它拍立减359元。嗯，它原价是买458一个的一个。是的，458一个的蛋糕，是，好不好？很贵啊，这是所有的货喽，所有女生赶快抢，这是所有的货了。嗯，最后17000，几天能到？顺丰你说几天？3天左右，最晚3天。差不多3、4天啦，有些偏远地区可能稍微久一点，但是它是冷链的一个。对，因为我要给你们不要那么高的期待。对。可能有的人一买，明天早上，帮帮帮，你好，你的外卖到喽。您的提拉米苏到了。我经常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很早很早就敲下了你们。嗯。然后就说你的那个外卖已经到了，说我怎么顺丰这么快现在？哦，还有预售的吗？哦，对对对，我们7天内会发完货啦。嗯，它预售7天，因为有些可能它也是要偏远地区或者是现做给大家啊，是，好不好？谢谢大家，喜欢佳琪喜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关注，多多关注。我们把诺心的提拉米苏蛋糕已经加好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哈。来，买回家我跟大家多说一下，你放在冷藏那一层，对的，冰冻吧。就是冷冻冰淇淋那个冷冻，冷冻那一层，因为你现在不吃的话，你就放冷冻那一层。是，它的保质期是90天。对对对，好不好？放到冷冻的保质期是90天啊。谢谢大家，喜欢佳琪喜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收到会不会晃烂？你放心不会啊，顺丰你相信顺丰了。它应该收到会硬邦邦的吧？就是那种会，它因为它像你还是要放那个吃之前要解冻一下。对对对。你放在外面大概放一会儿会儿，它就更好吃口感。是。来，我们下面一个。哎。所有女生，我们下面一个一口阳光的夹心海苔脆小零食来了啊、哦！
好不好？我们的小零食啊，就在家里面就随便打开就开始吃的小零食。嗯，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我们做的这样一包一包的夹心海苔脆来了。是的，一口阳光这一款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它里面就是有到海苔夹坚果的一个夹心脆，是你可以直接这样吃它，你也可以把它干嘛，做成那种你知道小菜，或者是那种小或者小主食，对，就是那种好好吃嘛，好吃又看一下它里面的夹心，它里面会夹了一些坚果在里面，嗯，很香很香很香，而且咬下去那个口感非常非常的脆，就是它因为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三种味道，嗯，好好吃。有我们的那个香浓的海鲜味，有我们的一个南瓜，就是我们鲜香的原味，嗯，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炭烤牛排味。我吃的是炭烤牛排，是不是很好吃？你吃炭烤牛排，我跟你说它原味也很好吃。我要买啊！我准备好了，好鲜香啊！嗯，好香哦，而且好脆，你就一口一个，一口一包，真的没问题的。嗯，嗯，今天我们好，一包里面有五小袋带给大家。好了，来，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真的很好吃，买它。嗯，这个你们会买回家，好吃到你们会想要我二十号再上一次直播。对的，真的，你们绝对会想要让我二十号再上一次直播给大家。来，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59.7元三袋。嗯，佳琦直播间29.7元三袋，数量填一领30元优惠券。是，记得领30元优惠券。三二一，上链接来喽！一定要领，在我们详情页领张30元的优惠券，数量填一，29.7元，到手三包，一包里面有五小袋。所以说你收到家一共有15小袋带给你，知道。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在详情页领券，哎，他怎么出不来？来，买不到。买不到吗？整个买不到，因为它是百事集团的产品啊、哦。嗯。就非常非常的棒。点开，哎，已经下架了，再加一点吧。好。来，马上加货，所有女生、所有男人，大家可以赶快抢啊！是。加好了，点进去我们的详情页往下滑，就可以看到一张我们30元的一个优惠券，点进去去购买就可以了啊！赶紧去拍，数量便宜，领30元优惠券。我买到了，我买到了，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是的，口感非常好，它口味很棒。对，它是一个组合装，有我们的原味、我们的牛排味和我再买一份海鲜味。我买两份，因为我跟你讲，你这个一下就吃完了，而且同事来了、朋友来了，也真的就是很快很快的。因为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也很独立卫生嘛，就说你吃完一包，差不多一个人量也差不多了。我买了两份，谢谢大家，喜欢佳琪姐姐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是，就是付钱的时候，大家尽量啊，最近的时候把那个支付的时候改成了什么免密支付。啊，就要快一点抢，对不对？就直接一按进去就抢到了，不要支付密码、输密码，你整个就是输在起跑线上，好不好？来，我们再加一点我们的百事一口阳光的夹心海苔脆，对，真的升级之后特别好吃。因为它以前可能是一大袋，它现在做成这样一个一小个小也不容易。而且你出门的时候比较方便携带。对，一包拿出来差不多一个人量，知道，干净卫生。好好吃，它的夹心真的好好吃，它里面好像有那种泡桶一样的感觉。没，它里面你我吃的这个味道里面是南瓜子的，嗯，它夹的不一样。你吃那个里面夹了芝麻，它这个夹了南瓜子，就口感有坚果的香味，又有海苔的鲜香。I like this。哎，渣渣也要倒进去，要么您把这四坨也吃了。很棒。有两包在这里，我以为。赶紧去拍啊！数量。而且看我们直播间的有些男生女生们发现了一个，就是真的是小规律。什么？你知道吗？看的时候就用 WiFi 看。嗯。准备上链接的时候，立马转成5G。哦，好聪明。转成5G 买比 WiFi 快很多。其实你可能牙齿要先喝点东西过一下。好。这样美观一下。后面还有吗？有，还有我们的那个 AFC， 那又要买了。哦，这个我要买，我买两箱。我老很好喝。我老公最近跟我抱怨说家里饮料没有了。要买点，买点，买点，买点！来来来，赶紧，我们上饮料，我要买两份放到家里面去喝。我们接下来带给大家是我们一个零度国坊的一个早晨好的 NFC 橙汁。来，什么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哇，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不加一滴水，是，而且是什么？是无菌罐装的 NFC 果汁，这个真的很重要。你知道它虽然这样小小一杯，我跟你们说，请帮我拿个杯子加点冰块给我，谢谢你，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不太能够接受纯果汁，那你一杯这样大的纯果汁，在机场或者在那种线下买，一杯就是20-30块钱。真的20-30块钱。真的20-30块钱。NFC 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就是你在线下机场买那种，嗯，你看到每一个橙子放那个机器里面，装，然后再放一脚，装，出来了一杯果汁，那就叫 NFC。对，因为它是不加水的。对。
它也不会把用什么水去勾兑，然后它变得很稀很淡。是，这个果汁喝下去那个口感真的很棒。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的一种喝法和我自己平时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拿一杯这个，让我阿姨给我一个杯子，然后就加点冰块，用这个用冰块稍微的稀释一下，是好喝到不行。而且只有 NFC 的果汁才会有分层。然后里面是会有微果肉在里面的，因为它是根据它的密度不同，大家都知道嘛，密度不同，它的果肉会沉淀在下面，所以你喝的时候可以把它摇一摇，是你会喝到有一点点的果肉的口感，而不是纯液体，对，好吗？跟大家说啊，就是我平时喝 NFC 果就是这样的，就是拿一个杯子啊，上面加点冰块，然后直接就倒进去。整个就是，如果你觉得它太浓的话啊，对，因为有些他说啊，这个果汁会有点酸酸的，或者是有点太浓了，你不喜欢那种口感。就是一杯可以分为两杯，就这样子倒着，它会融化掉嘛，它慢慢就上来了。然后这另外一杯就给另外一个人喝，感觉其他的量，其实你看到它的杯子很小，其他量很大的。对的，它量真的还是蛮大的。它里面280克嘛，嗯，其实你感觉有种省钱小方法的感觉。是，我跟你说，就是要这样子用冰块去兑它，好好喝。是。天猫店铺价89块钱九杯，佳琪直播间到手价59块钱九杯，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两个准备好了，3、2、1，上链接。是的，直接拍，不用领取优惠券。好，你帮我填两份，然后付钱。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买果汁一定要尝它 NFC 的话，你看它的配料表，它的果汁的含量是100%，对的，100%的橙汁含量，我买了两份，100%的，我花了119块钱买了两份。它的保质期，比如说是我是有一年两年，它保质期就90天，所以说你喝它的话，你也可以喝，赶快喝掉，而且喝到很新鲜的口感。是，我自己都买了两份。小姐，你帮我买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哦。还有2000、1000，是 FC 的零度工坊的橙汁没了，我买好了。来，家伙，你这个我们一共只有45000套，对，所以它不能上零食节，因为没多少货，所以排在了今天。我跟你说，上零食节的都是那种什么10万、20万、10万、100万那种货的，因为让大家都可以买到。是。像这种货少了，我们就放在平常给大家卖卖，带给大家福利的感觉啊。我们今天这个数量填一，到手的话就是59块9毛钱，59块钱九杯，很好喝，这个果汁真的很好喝。平均这样一杯是就是6块5毛5嘛。其实你在线下我自己去买那种鲜榨果汁，说句实话，真的贵啊。我们就是不说太夸张，就18块钱一杯是必须要的。哦，我因为自己买过，我一天我会在外面买果汁。如果你在，你知道我有一次跟那个庆姐姐在长沙的机场，我们买果汁喝，39块钱一杯。而且还很不好喝，就它那个橙汁不一定很好喝。你告诉我那个摊位在哪里，我旁边放卖这个。真的很不好喝。我先知道我就开始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哦。如果就是你身体现在有稍稍不适的话，请遵循医嘱买任何的吃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它适合的零食和适合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样好不好？不要乱买啊。好吗？如果是稍微比较的，就是身体有一点点的小状况的女生和男生们，包括给爸爸妈妈买东西也是一样，一定要遵循医嘱买东西和适合你东西买东西，好不好？不要佳琪推什么你就买什么啊，没关系的。就是佳琪直播间会推荐很多的好吃的，适合你就买，不适合你就看一看，听一听，来玩一玩。奶枣，美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奶枣20号可能会再加50万带给大家，好不好？奶枣啊。唉，25万人可以买到吗？就是25万份可以买到，就差不多就3万人可以买到，差不多，因为每个人都是填10填20那种。那你这样说，10000人买到，每个人都本来就是填10填20啊，现在谁买奶枣该填一啊？哎，真的，他们都是10袋20袋买的，我都是20袋买的，好吗？上次买的还没发货，我也还没发货，但慢慢再发。他们是大概7天左右会把所有都发完的，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哦，好不好？来，我们下面预告一下，接下来我们会上给大家的产品，我们今晚会有到的是 Riddle 的一个红酒杯，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罗莱家纺的 Lovo 彩虹95鹅绒被，以及我们的罗莱的。所有女生抗菌的厚床垫，以及天猫精灵乔安智能摄像头、九阳蒸汽空气炸锅，还有 KASJ 智能泡脚桶。同样我们还会有到的是沙宣的洗护套装、 RVB 养肤粉底液，同样还会有 RT 化妆刷面部跟眼部的两套，以及会有那个奥可菲的护足霜，以及珀莱雅红宝石精华、妮维雅云柔洁面泡泡、百事蕾小蓝罐唇膏、百蕾氏小蓝罐唇膏、
联合利华多芬磨砂膏以及芙蓉肌奶冻霜，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我们的多效修复面膜创儿美以及娇韵诗身体精华调理油，还有正轩墨的气垫和 Clean 香水给大家。好的，来咯，杯子来咯，这个一定要放在这儿，不能撕掉吗？所有女生，这个杯子真的买它，我拿到这样的活动，感觉老板对我也是有图谋不轨。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跟你们说，没想到这么划算了，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划算。哎，过年过节了，家里面应该有人要开始干嘛，就是稍微的聚会啊，喝喝小酒，庆祝一下了，对不对？包括有的时候，现在比较多的女生在家里面都会先喝，就是喝一点点要开始睡觉，就是稍微喝一点点开始睡觉，就精致男孩女孩嘛。因为红酒其实对于就是适量饮用红酒的话是比较促进睡眠，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促进睡眠的，对对对对对，可能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对对对对对。旺旺这样指着我们。对，看个人喜好，有些人会有的这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一款他们家的杯子做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采用到的是无铅水晶玻璃，是它的整个是激光切割技术，让它的杯子第一个很漂亮，它那个弧形很饱满。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听什么？听杯子的声音。来，我们两个干杯 ，Cheers。很清脆。哦，在这里。来，我来拿话筒给你们听一下。所有女生，我要拿话筒给你们听一下，你们听哦。不要敲敲下去，哎，敲这个最胖的地方。对啊，听到了没有？有没有像钟声？好听吗？这个声音？我可以放在你耳边吗？你试一下。哇哦！哎，我从来没有这样放到耳边过，一文姐。有点嗡的那种感觉。对啊，对，你听两边，立体环绕声。我想跟你祝贺新年了，很悠长。我跟你们说，真的买它，卖酒还是卖杯？卖杯，卖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款真的，因为他们家是很严格要求做什么，做杯具的品牌。嗯，而且他们家的杯具已经有百年历史品牌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就是我们不对比别的品牌，就这一款杯具是真的完全不输于。千元以上一个的杯子，完全不，因为这个品牌其实很多美眉如果说喜欢喝红酒，是的，就这个品牌一定会知道，在奥地利非常非常非常有名。而且你知道我是喜欢喝酒的人，然后我妈也喜欢喝酒的人，嗯，我们也在线下的那种店铺买过比较贵的杯子、嗯，然后杯具之类的买回家，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贵，都是舍不得用，而且摔了就会觉得很难过。嗯，这一套，妈，你在看我直播吗？赶快买起来，十份啊，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一对548块钱，佳琪直播间到手价这一对杯子只要148，比你在当地奥地利买可能还便宜。嗯，是。真的在当地奥地利买都不是这个价格的哦。而且其实他们家的红酒杯，我不知道美眉有没有见过，有一些杯子在这里，他们家品牌有粉色的、红色的、有颜色，对，黑色的，就是这个品牌。对的，他们家可不可以把它送给我那个杯子给他们看一下？就是更贵的那一款。哦，就是那个有颜色、有颜色的那一款，就是你们看到了那一款就知道他们家的杯子是什么品牌了，嗯，好不好？我跟你说，真的这款真的很棒，很棒，很棒，让你们在喝酒的情况和喝酒那个场景里面变得更加的享受，对，更加的高级，更加的你知道有那种。还人就是酒不醉人自醉的感觉，对，就这一款，就这一款呀，很贵，哇，很贵，高，你们可以买这个价格买到这个杯子，你跟你们说赚到了，好不好？美们买它，送了一个给他们看一个礼盒，没，就两个，哇，就这个杯子，他们家有颜色，就这个，对对对，这个杯子非常好，你知道我准备，我已经准备今天下播了，在他们店铺买一套，杯杆上面是有，对，它的杯杆上是有颜色的。嗯，他们家这个杯子很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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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在很多的一些高档的一些餐厅啊，包括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里面都能够看到，是的，这个就是那种真的非常非常高档的那种餐厅都是用他们家品牌的一个红酒杯，因为就是在就是碰杯的那一下和觥筹交错那一下，我说出来了一个词哦，觥筹交错，这个敲更，你不要敲坏，但是为什么它一个这么大一个，哦，也是不一样的酒杯，不一样的杯型，这个就是他们家那个杯子，给大家看一下，就上面有颜色那一款，是不是很棒？是不是很棒？这个杯型是属于勃艮第，哦，不一样，你听，哇，它的声音会更深沉，真的好像在敲钟的声音啊，很悠扬。我买，我等一下下播就买，好吧？我把你们家杯子集齐。哎，但是我说真的，就虽然我们买的不是这个系列，对，虽然不是这个系列，这个已经够了，就是我觉得普通家庭用就真的非常棒了，已经，品牌又够大，而且你们今天这价格太划算了，嗯，放心。
我会一直想要敲。但是你要等它震动结束再再敲第二次。OK OK OK， 震动结束再敲第二次啊。好棒哦，好治愈。就是你说小朋友要睡觉了，睡觉吧。真的感觉整个人心都很放松的感觉。好了。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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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数量填一，直接拍立减减400块，2.7折活动力度。这个本来是在年货节上给大家，应该也只有13000套，没有多的货。来，准备喽！3、2、1，上链接来喽！而且跟美眉说一下，即便我们今天是148，我们带回家是一对嘛，嗯，但是它今天材质还是无铅玻璃，是的，就是你拿回家，因为我们演播在直播间，我们这个灯光可能看得不清楚，是，你在阳光下看它那个折射光，折光性非常非常 好，没错，好不好？下架了，来，我们把货全部加给大家，我们全部上，好吗？现在大家都知道蛋糕还有货吗？蛋糕还有啊，可以买的赶快去拍蛋糕哦，好不好？我们的提拉米苏诺星哦。提拉米斯诺星下架了，提拉米斯诺星还可以加吗？彩色的会上吗？哈，那个略贵。彩色的可以打几折？它这一款都2.7折了，彩色的应该就是3折左右吧。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应该不会打折，因为那是他们家的。你们会买吗？那个有点贵，那个一个2000块钱哎，一个就2000多、5000、4000多的那个。你当然可以了，你要挑战。我要挑战自己，卖一个4000块钱的酒杯，有点太膨胀了吧？太膨胀了，我们连10000块钱的冰箱都不敢卖，就怕你们觉得我李佳琦太膨胀了，选品太神经病了。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嗯，他很棒。他说必须会买，如果做2点几折，你们会买对不对？那个 ID 看一下，那个 ID 叫汤。好，嗯我们知道了。来，所有女生，我们的酒杯马上上链接给大家，已经叫货了，最后的一万个。看了一眼那个杯子的价格，4位数，对，那他们家杯真的非常贵，所以这个款式你真的用最低的性价比买到了，加好了，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我们的波尔多水晶红酒杯的质感。对，我们收到手是一个礼盒装，对的，就是如果你要送朋友啊，对的，别人家有乔迁之喜啊，对对对，你就送一套这个最贵就是很划算，的，而且别人看哦，送了一个500、600块钱的杯子给我，这牌子都知道嘛，但是你买结果只要100多块钱。好吗？还有3000份，所有女生赶紧抢它！爱喝酒的妹妹们，买起来！老板，你们家有没有那种啤酒杯也会这种嘣的？我可能会一直喝。水晶杯。对，水晶杯的那种啤酒杯那种版型的。还有最后的1800份哦，我们的水晶杯还有最后的1800份，他们想要醒酒器。哦。是真的耶。哦，多少钱那个醒酒器？要买他们家的醒酒器吗？有一点太奢侈了，膨胀了吧？稍微有一点。啊，他们家醒酒器有点太膨胀了，你们，好吗？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500个杯子哦，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哦。我们拍立减哦。好好，这个是带钻那款，我知道，我看过它。这个 Oh my gosh！ 好好看，更贵。这个好好看，我要拥有，值得拥有啊！开瓶器。啊、哦，这个电动那个开瓶器，哎，我给我拿出来看一下，多少钱啊？我们最后的价格，美们，红酒开瓶器要不要？这个选品，这是电动的，我们直接选品，直接直播选品，这是我们之前选过的东西，没有，还没有过，因为觉得太贵了。对，我们觉得就徒手搬就可以了。对啊，你们要不要电动开瓶器？是很棒的那种开瓶，就开瓶的方式特别特别的，你知道高级。那先告诉人价格了，多少钱？我记得200多。你们会买电动开瓶器吗？帮我刷新一下我的评论好不好？就是开红酒的，279，还给我吧。这是最低价，279是最低价。嗯，它里面就是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木塞，然后对，就很漂亮的。哪怕你木塞弄完了没喝完，它是可以帮你重新塞住的。嗯，它这样的一个很漂亮、很高级的一个就是开瓶器，有点贵，200多要，对，要200多，但是真的品质特别特别好。嗯，我们再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报以微笑就好了。啊，报以微笑就好了。我觉得很棒啊，我会买啊。一会儿下播试试，嗯，感受一下。我会喜欢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外观颜值是很高，很高，而且很精致做的。好的，好的。好吗？因为我们在直播间不能喝酒啊，所以我们就只是展示一下。那我们的那个水晶杯就没有了，这所有的货我们要老板踢人了啊。嗯，好吗？水晶杯我们要老板踢人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来，我们下面一个。罗莱家纺 Lovo 彩虹棉花，美们抗菌的95鹅绒被来了，今年最后一场95鹅绒被
只有最后一万床九五鹅绒被要来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浓衣泡菜不要问我好不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你买它就行了，好不好？对，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提拉米苏我们帮大家加货了，大家可以继续拍，还有最后两百个，嗯，来，所有女生，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Lovo 杯子踢人了，所有女生，我们的杯子踢人了，还有600多个人可以买杯子哦，大家可以去买杯子。好，买完杯子买被子啊，来，所有女生，罗莱 Lovo 来喽。来喽，我们罗莱的 Lovo 的鹅绒被来了，这是我们差不多在今年在这个农历新春之前收官最后一场的这个鹅绒被了。是的，数量也不多哦。没错，只有最后的一万床这个鹅绒被，而且这一款鹅绒被的话，大家可以看颜值就觉得 wow，想买它，想拥有。啊、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的卖点就是第一个它的颜值非常非常的高，哪怕它是一个就是鹅绒被，就是外面可能还要套被套的，但是它的颜值会你每次换被套的时候，你的心情就特别好，嗯，很漂亮，很漂亮。这种彩色渐变的，我觉得很适合各位小姐姐、小妹妹们啊！而且这一款它第二个的，我觉得特色点就是它是抗菌材质。嗯，什么意思？它会比一般的被子更加的安全。对，因为我们是有抗菌到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一下。拿在我手上，这个是面料，我们是作为的这种抗菌，包括它抗哪一些菌，我们在这边都能够看得到哦。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 对， 对，它会提升我们整个被褥的一个清洁度，让它的一个干净度变得更好，也是说你不需要经常去晾晒。对，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一款我们为什么要推荐？我们还是要看被子本身。嗯，首先第一个，你们可以看到它是那种面包型的一个切割，一块一块的，它就是帮大家把什么把绒一块一块的分布好，就是你甩来甩去，然后你被子移来移去，嗯、然后你跟你老公抢被子抢来抢去，对对对，它的绒不会乱跑，嗯，它不会说是整个脚上面没有任何的绒了，全跑到上面来了会人杠，盖着很热，然后脚下面就很冷，它不会，它是每一块都帮大家均匀的分布。第二个，它选择到的是非常高严格标准的高品质的九五白鹅绒，嗯，对，所以呢，它的这个保暖度更好，而且更轻，你闻上去也不会有太多的那种异味，没错。而且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盖鹅绒被？其实我今年盖鹅绒被盖下来的一个体验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热，真的非常非常的保暖，就感觉想要开电风扇睡觉，或者开那种冷空调就吹冷风睡觉。因为鹅绒被就是第一，它的锁温性非常的强，嗯，但是它不会干嘛，它不会闷汗。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睡觉流汗的人，但是它不容易闷汗，就它的那个就挥发我们那个就是湿气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对，而且哦，所有女生它的九五鹅绒的话，第一个清洁度很高，它的一个就是残脂率很低，而且它的一个减少异味度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这一款就真的品质很不错，但是价格也不会很昂贵。这款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它算是我们推荐鹅绒被里面价位其实是比较划算的，性价比真的很高了，颜值又很高的，嗯。我发现它有个细节，就是它的这个面料它有点微磨毛，是，就是我今天在打理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妹妹有没有这一点感觉，就睡鹅绒被有时候会因为它很吵啊，就是那种光滋光滋的声音，咯吱咯吱那种声音，嗯。但这款因为它是轻微的磨毛，就是减少我们有时候在掖被子的时候啊，在翻身的时候那种噪音。和大的声音会低一 点，是的，嗯，来，所有女生，我们三床的规格有1米5×2米15，它是一米二床适用的，它是700克的鹅绒填充，2米×2米3是1000克的鹅绒填充，嗯，2米2×2米4是1100克的鹅绒填充，所以每一个大小的背型不一样，它的填充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跟大家说下价格，天猫店铺价1米5×2米15，1299，划算。我跟你们说，这个价格原价都已经很划算了。其实划算了，因为为什么？这个鹅绒被，如果你在下面的话，九五白鹅绒，3000块、4000块左右一床。嗯，2米×2米3，1699；2米2×2米4，1799。李佳琦直播间三床被子，三个规格，嗯，我们都给大家减500块。什么意思？1米5×2米15，799；2米×2米3，1199；2米2×2米4，1299。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是最后一场，最后一万床。今年冬天的鹅绒被来咯，3、2、1，上链接来咯。对，大家只要数量填一，然后领好500元的优惠券，对应的价格分别是799、1199和1299。没错，大家可以赶快去抢它，因为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优惠券就在详情页面领取500元哦，一定要记得领取500元优惠券。哎，只有1000床了，700了没了，下架了。呀，来加货吧。好，马上。来，我马上加货给大家，谢谢大家支持，所有的货我们帮大家把所有的货都加起来啊。对，喜欢李佳琦请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克重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分别是700克、1000克和1100克。没错，700克、1000克和1100克。
好，马上加，稍等我们一下。是的，稍微等我们一下下，马上加货给大家啊！谢谢大家支持，泡脚桶马上来了。加好了，我们的罗莱 Lovo 加好了，最后的6500床。对，领好优惠券，是的，填一就好了。是的啊，领好优惠券，数量填一就行了，好不好？羽绒服啊，后面还会再找。对，我们还帮大家再找羽绒服。现在所有的品牌都是在跟他们联系羽绒服。21号应该是我们年货节的时尚类，对的，到时候可以来买衣服的话，就来21号的时尚专场来买，好不好？会有很多的好的品牌给到大家。喜欢李佳琦，记得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谢谢你们的支持哦。还有蛋糕吗？蛋糕又卖完了。没有了，诺欣全没了。那所有女生不好意思，差不多全部都卖完了诺欣的。对，还有其他的蛋糕吗？今年吗？二十号有，二十号有诺欣另外一款。可以。对，二十号还会有一个蛋糕给大家，好不好？嗯。还有最后的3000床 Lovo 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赶快去拍下一个。所有女生床垫，请打电话给王思琪，谢谢大家。他要买这个，他跟我说他要买。这个真的很适合他。这个真的，出租房女生在不在？还有。睡什么？睡学生宿舍的硬板床的女生在不在？有没有？对，有没有这些女生？或者是你就是家里面觉得你的床比较硬，对，不柔软。我有床垫，但是我还是觉得硬，还是觉得硬的女生在不在？就觉得床睡上去不像酒店那种舒服的感觉。你知道我化妆师就跟我说，他一回上海就跟我说，佳琪，什么时候播床垫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睡了10多天的酒店，回到我的家里面。一整晚没睡着，反差太大，太硬了我的床。他说，他的床太硬了。然后我就说，我马上过两天就播。他说他要买的。所有女生，这一款美门罗莱的抗菌厚床垫真的很划算，性价比真的很高。来，我们介绍一下给大家。来喽，我们罗莱的这款抗菌的厚床垫，它其实你拿在手中，它的质感特别的扎实，因为它里面是多层的，是外面看上去呢，它是这种法兰绒，法兰绒很舒服，嗯，超舒服。如果你是不爱套被套的女生，你就可以直接睡，但是我们还建议大家套个被套 一个床单铺上去，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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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它是能够做到锁温嘛，是的，所以我们看它底下其实分了几个这种结构，嗯，首先上层就是它的这个法兰绒，没错，然后第二层的话是石墨烯的纤维层，嗯，然后第三层的话是那个杜铝的无纺布层，然后第四层这层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羽绒服经常你揭开之后它里面吸热的那个网状，对对对对，就是这个，okay, 对，第四层的话是抗菌的一个纤维承托层，就是让它不会容易塌陷，然后第五层是抗菌的纤维亲肤层，嗯，然后第六层就是我们很柔软的一个那个就是面料包裹层，就是底部的一个包裹层，所以它整个做的都非常非常的贴心。是，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买床垫？嗯，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住宿舍，我们会住上铺，现在都是上铺是睡觉的地方，然后下面就是你的学习的地方，嗯，然后你会发现整个那个。柜子跟你的床铺间会有一个空隙，大概是这么大的空隙，啊，对对对，让你觉得在冬天在宿舍里面睡觉，整个冷到就是整个一晚上不会热，就是木板床，对，就是木板床，然后你再套一个什么棉花，嗯，然后再套一个被套上去，对对对，它会缩风进来，它会钻风进来，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垫在它这个底下，哎，对，就会非常非常的温暖。而且我发现就是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那个床垫上面一定要在那种褥子放一个床褥，棉花那种褥子，是的，但可能北方还好，南方因为棉花它是吸湿的嘛，是的。就可能会比较潮，你就可以放这一种，就可以很好，而且它很软，而且它旁边还有这样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固定就是可以固定在你的席慕斯上面，就这样往下拉一下，固定掉就好了，它也不会跑来跑去，嗯，然后你再把你自己的四件套往上一盖，对，就很好看，很好睡，嗯，而且这一款的价格是真的好划算，我的天哪！而且我们是两个颜色，大家可以选择，有棕色，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就驼色啊，灰色跟驼色两个颜色。听清楚价格，天猫店铺价1米2×2米349，1米5×2米379，1米8×2米399，佳琦直播间领100元优惠券，1米2×2米249，1米5×2米279，1米8×2米299，准备好了没有？性价比真的超高，3、2、1，上链接来喽！来，已经给大家上在了我们的11号宝贝链接，记得一定要领好一张100元的优惠券，到我家分别是249、279和299。没错，如果家里养猫养狗，是买这个床垫就很值。为什么？就是它不会尿湿，我不会席慕斯哦，真的就尿了就是有生活经验留住，对，就把床垫拔。这种多少钱啊？我们都是仅领100元优惠券，大家只要领取100元优惠券就可以了。对，嗯。而且跟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多层填充我们的这个抗菌的报告，跟大家看一下。是的，嗯，
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说到的它的功能，它都会有啊，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功能，因为我们会有抗菌的实验报告给到大家。而且床垫能够做到200多块钱，就性价比很高了。真的高，这个性价比是真的高。你问一下你们妈妈值不值得买，她会觉得说哇，真的好便宜、啊，真的很值得买。嗯，而且还是罗莱大品牌哈。对，谢谢大家，罗莱家纺的品牌，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去抢的。嗯，四件套还会上吗？16号有四件套，16号我们会有一个四件套给到大家。嗯。好不好？喜欢佳琪此图的关注李佳琪直播间啊、哦，头顶上方红色爱豆，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灰色下架了，嗯，要预售7天了。哦，好的，那我们灰色再预售7天给大家加一点，好不好？我们灰色再预售7天给大家加一点货啊！头顶上方红色爱豆，多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谢谢你们。我们再预售一点货在我们的灰色的颜色上，大家是7天左右发货给大家。男孩子可以买吗？当然可以买啊，可以。对。好不好？所有男生女士都可以去拍一下。对，南方地区就更支持去买了。是的，嗯、好，来，接下来所有女士，我们下面一个天猫精灵乔安智能摄像头来了。有没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要了冬就过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出门拜访亲戚或者是干嘛的话，嗯，有的时候把自己的家里的猫猫狗狗都是单独留在家里面，嗯、或者其实有的时候呢，其实过年了，我们安全也要注意到，对，好不好？嗯，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你们家的门口外面口的位置，对，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那个家里面去看看猫猫狗狗平在家里面干些什么，家里的宝宝，包括家里的宝宝都可以用它来观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上班特别特别的忙，嗯、有的时候过年都不会休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照看一下家里的老人，包括小朋友或者是猫猫狗狗的。对的。那天猫精灵乔安智能摄像头这一款，它是很高清的一个摄像头，它是360度的一个全景观看，而它的水平是355度，垂直是90度，它的画面是非常非常的高清的，可以很高度的还原到色彩，而且保留到更多的细节，而且它还增加了一个模式叫做报警推送。什么意思呢？它会有 AI 的增强移动的一个侦查，是它是深度的一个视觉神经的一个计算法则，如果是那个人在你们家门口停留很久很久很久，然后一直逗留，他会把这个就是影像储存下来，然后就智能推送到你那边去，让你去注意安全。啊，你说装在门口的时候，是装在门口的时候，对，包括其实装在家里面的时候，如果说他现在画面是静止的，是、嗯、突然间其实过来个人，他也会监测到，马上就会返回到你的手机上。对的，所以这款的话，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一个安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在装的，装在旺旺家里的。对，崔百亿，对，今天我们跟他无数次连线，包括你说哎低了，我们稍微镜头，嗯，我们往下一点啊，这已经是最低了。这是旺旺的狗狗，包括你看左边、哎、右边，可不可以跟他？讲话可以的，可以，来我们往下一点，好，我们连线一下。你摁了吗？摁了。他握住了旁边，他握住了旁边那个曲面屏。这个手机曲面屏真的。哦，手机扬声器没开，因为我们直播嘛啊。嗯，崔百亿。崔百亿。崔百亿坐。嗨。崔百亿。崔百亿。百亿百亿。吃狗粮喽。就可以跟他对。走，玩去喽。我们今天为了检测的时候，我们狼来了真的很多遍，你知道我真的。所以他已经完全不想理你了。宛如惊弓之鸟，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画面里面，比如说你是和宝宝想要对话，是，或者就是你想的狗狗了，想的猫猫，想的宠物了，你跟他实时对话。嗯。如果画面里边如果是、哦、如果是宝宝的话，他可以跟你互动的。是。他说话你也是可以听到的。没错。对，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包括在这边，如果说你看到里面有一些啊，好可爱哦，拍照。可爱，拍照。就可以拍照下来，拍一张。如果你想截取到一段视频，你觉得这一段其实可以录下来。是，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有保姆带孩子的时候，对对对 对, 对，或者是家里进了小偷，对，你想保留这一段视频呢，你都可以选择这种拍摄下来。嗯嗯，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不好？来这一款。所有女生，它的内存容量是 64GB， 它的清晰度是 1080P 的，而且它的距离是10到30米的一个距离。嗯，天猫店铺价199，佳琦直播间到手价159，我们不用备注就会送大家6个月的7天阿里云储存。给大家啊，3个月已经装到了我们的一个内置机器里面，然后确认之后呢，我们会再送大家3个月的一个就是阿里云的一个储存能力，好不好？来，所有女生拍立减，不用领取优惠券，3、2、1，上链接来喽！而且美眉放心，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红外夜视它也是非常清楚的。是的，嗯，它就是晚上照出来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就关了灯照出来也是很清楚的啊。对对对，是比较清晰的。是的，我们的天猫精灵的乔安摄像头来喽！加货了，上链接了，直接拍就行了，我们只有14000个。
对，而且我们是支持它可以吊装。吊装，对，我们家就是吊装。对，我家里装了很多个这个摄像头，都是吊装的。它都吊装，这样的话就是也更方便，它也整个能够环视的。是的，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谢谢你们。在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因为它这个是连接 2.4G 网络的。对。如果现在很多美眉，比如说家里新安网络，可能是 5G 的这个网络，是在后台的路由器去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对的，好不好？它也是可以装到 5G 网络里面的一起的啊。啊，不行，它只能支持 2.4G。对，就是你在，你就是你 5G 网络里面的那个盒子里面可以再设置一下就行。对，你就选 2.4G 就可以。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没错啊，谢谢大家支持。杯子加货，杯子加不了了。我们的天猫精灵的摄像头已经加好喽，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好不好？拍下立减的，不用领取优惠券。嗯，接下来下一个，我跟你们说，买它。哦，但只有3000个。嗯，但只有三千个。这个很棒，过年很需要它。非常需要。对，过年有了它，整个做饭会很、哦、会很省很省很省的啊。那我们直接过去喽。好，那我们那台机器呢？有。那给我吧，我们先跟旺旺这里稍微讲解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大家再过去看一下啊。来，提拉米苏加不了喽。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女生，我们接下来就这一台。九阳蒸汽空气炸锅来了，对，这台很，就是你知道大牌高级，嗯，就感觉它很贵，你把它放在你们家的厨房里面，你同事看到会觉得说哇这什么，就是厉害的仪器，嗯，赶快介绍给我，对，这一款所有女生首先第一个它是可视的一个窗口，这里玻璃，嗯，它是一台顶多台，它是一台非常简单的，而且功能性非常非常的齐全的。第一个空气炸锅，第二个它可以作为什么？它会作为蒸汽烤、嗯、以及原味蒸、嗯、所以这一台仪器可以帮你带来真的是大厨跟星级厨师的一种体验感，真的是这样。还有所有女生5升大容量，对，比如说它可以容纳12个鸡翅同时去做烹饪，它可以有4只大鸡腿、10个蛋挞、一条整鱼的一个烹饪，而它是那种360度的一个可视的一个窗口，所以你不需要反复开盖说啊我的食物煮的怎么样或者蒸的怎么样了、嗯。那空气炸锅的功能它是可以脱油减脂、嗯，相比于油炸来说，第一个对对对口感很像，对，但是它是比较健康一点点，它还可以炸丸子啊、蒸香肠啊，然后烤酥肉啊，然后烤蛋挞呀、啊、烤肉啊、烤红薯啊、烤蛋糕啊都可以，嗯，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对，好不好？你操作直接上面按键就可以了，对，它的程序全部都已经控制好了，而且基本上，除了我们要蒸可能时间长一点，是，其他的15到20分钟基本就能够搞定。没错，我们可以跟大家待会儿展示一下它具体能干什么。好的，好，我们今天也用它做了真的是一整桌子菜，好吗？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用这一款空气炸锅，一机多用锅，可蒸、可炸、可煮的一个锅，我们做出来哪些东西？来看一下。来喽，跟大家看一下，今天桌上，哎呀，大家看得见吗？这边我们全部都是通过我们九阳的这一款炸好的，有蒸的、啊、有烤的肘子，对，那肘子，然后我们蒸的螃蟹，螃蟹，还有我们烤的大虾，对，包括蒸的一条鲈鱼，然后包括这边是一只一整只鸡，哎，一整只鸡大概2斤左右吧，我们基本都是整只可以放得进去的，嗯、好吧？还有包括那边的西餐甜品、炖品，就是、对，啊，包括还有到蒸的这个虾饺都可以。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全能，包括小朋友在过节的时候嘛，就喜欢吃一点什么薯条啊、炸鸡块 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店里面又关门了，就只能就自己做嘛，不方便吃，对，就很方便，很方便，对，好不好？都可以。嗯，而且这款它的功能可以24小时的一个预约，可以就比如说我马上要做一道菜，然后我想要下午晚上8点钟开始开饭，那我们就提前预约它的一个蒸煮功能，只要把食材放进去就可以了。可以。第一个不会煮得很烂，第二个也不会说是就是一直大菜还没有上桌就很尴尬的情况出现，对，它就会比较的方便，而且它的水箱是725毫升的水箱，所以它是连续可以蒸60分钟不用加水的，嗯，好不好？来，这台机器我们的价格，让旺旺给大家来说一下。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这台机器的原价是1399，我们今天领的是大额的8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是549元，这个真的很划算，买它。对，水箱在这里，刚刚有说到它里面可以容纳725毫升的水，它可以连续蒸60分钟左右，不用加水，嗯，好不好？所有女生，它的内胆可以拆卸，这里所以大家清洗起来也很方便。这里，对，它内胆都可以拆卸，所以清洗起来是很方便的，对，好不好？来，所有女生。领850元优惠券，我只有3000个，我只有3000个，3、2、1，上链接来喽！而且它其实，在页面这个面板上会有一个推荐菜谱，是它里面包括烤的温度，还有烤制的时间，就会很好的教你去如何操作它，很好上手的一台仪器。下架了，那我们所有女生，所有的货吗？现货了，
啊，所有现货全部下架了，17天的预售。哇，那我们再来加3000台7天预售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再加3000台7天预售给大家，瞬间没货。我们直播间现在就是这样，特别特别的火啊，大家都在买东西，疯狂抢购。对，一台拿回去可以空气炸，可以蒸汽烤，可以原味蒸，就是没错，不同口感的。对的，所有的货都是最晚最晚7天一定发出去给大家，对，大家在过年前一定可以收得到它。还有最后的1200台，容量800台，500台。没了，没有了，我拿走了啊！真的没有了，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再加了，对不起大家。那你们多多刷新链接，我们踢人了哈。好，所有女生九阳的空气炸锅我们踢人了，多多刷新链接，多多刷新链接，谢谢你们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李佳琪直播间哦。空气炸锅要放油吗？当然不用，无油炸嘛。嗯，对，它对无油炸的，不用放油的，它可以做到空气炸锅的功能。但是呢，你如果想蒸啊，如果想烤啊，它也可以，没问题。所以就不需要厨房里，我就是要买那么多的工具，或者是那么多的锅锅碗瓢盆。对对，如果你储存比较难储存，因为像现在大家家庭里面都不会那么的大，所以有的厨房更小，收纳不太好收纳。对，就是你一个锅就可以搞定很多的东西。对的，而且我们想过年期间，有时候我们说现在不能出去，我们在家里面是做点什么呢？没错，菜谱已经帮你提前想好了，你就按照上面做就可以了。好，我们的空气炸锅加好咯，所有女生，我们的空气炸锅踢人咯，没有付款的我们全部都踢出来了，大家想买的话赶快自己去抢，领850元优惠券，到手价549一台。然后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直播间真的超受欢迎的，这次要不旺旺你跟倩姐播吧，我上个厕所去正好，然后就要开始美妆了。好，因为只有15000个，你们两个一定可以的，你们两个一定可以的，加油。泡脚桶来了，旺旺，你稍微往下一点，我跟前，哎，对，我那边过，你从这样，睡吧，给我找一下凉水。没有，我这个应该也算是为数不多最后一次给大家呈现了吧？嗯，应该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很难得跟大家配到的。你手进去，你试试看这个温度。啊，可以啊，就有点烫。我给你再把温度调低一点。我们今天所有泡脚桶还用多说吗？水电分离，而且它的外观颜值特别好。凯诗洁这个品牌，我们在直播间推荐了几次了，三四次。都是秒下架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到了冬天就一定要泡脚啊，然后让自己更暖和一点。所有的操作在我们的面板上可以拍得到吗？ LED 的，全部都是触摸的，包括温度的调节、模式的调节，而且开启之后呢，底下呢它的转盘6个轮子，上面还会有几个转轮，对，它是电动的。好，给他加点水进去了。我看一下，不是现在，因为他给我设定，可能以为我这人比较耐热。是这样子，本身其实是加温来说，它是 OK 的。是的，他可能没想到我们一下倒这么热的水。啊，如果要降下温度，它要等待它的水凉。对，而且我刚其实倒在面板上的时候，它因为也会有到这种分离的状态，对，所以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这个本身泡脚桶就是水电分离，它呢是属于这种循环加热的方式，所以不会像有一些那种加热模块传统那种泡脚桶，就是有一点加热那个地方可能是热的，其他地方可能温度有一点点不均衡。这款有这种感觉吗？没有，这位顾客。我觉得这位技师你介绍的很对啊，我是本店的27号技师，金牌 VIP 是吗？是，就是27号，不错不错，这个你还满意吗？还不错，就等会有擦脚服务吗？啊，擦脚服务由我们的专人来提供。哎，你看我的，啊，我说的实话，你看我的脚已经很红了，就是说它的传的是热的，是真的热的，是热的，我的脚脚已经粉红颜色了，你看。但是我们提醒到美们买回家，我们泡脚尽量就泡15到20分钟左右，对，就觉得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对，好的。然后温度调节。是35度到48度，大家可以自定义你喜欢的水温来调节。包括大家看到了吗？它这个翻盖，它其实是防尘的。对的，平时担心丢的话，你就把它放在前边，它有一个小的挂钩，对，你就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找不到。然后，而且其实一文姐里面有那种冲浪的感觉，对，像不像小溪？就你在小溪旁边洗脚。这如果我里面放个小玩具小鸭子的话，它会跟我一起泡是吗？不至于，不至于，尽量这么童真的吗？嗯，对啊，对。然后跟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地方呢，它会有道绕线器。对，就如果说你线收纳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泡脚桶细节做得特别好。对。除此之外呢，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还配到一个小的遥控器。你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其实也不想坐起来，那一刻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来控制它的水温，来进行调节它的程序模式。包括就是很多女生在想，哎，我换水的时候，其实我单手是很难这样把它提起来的。嗯，其实它底下有一个这样隐藏式的把手，包括底下会有一个轮子，你就慢慢的辅助，然后去
喝酒就可以了。浴室的时候把这边打开，然后水倒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就我们就不多说，跟他说价格吧。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数量填一，领好280元优惠券，拍立减3块钱，到手266元，额外会送大家一个小的小的泡脚包。哎，为什么现在这里没有？啊，为什么这里没有？对，我的客人如此之不周到，因为你充卡只充了3块钱，关键是，我可以多充的，没有，充了27号，我可以多充的。OK， 那我们上链接好不好 ？OK， 我们上链接。领好优惠券到手是266元，应该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这次就一定要抢到了，真的。我有很多朋友真的就买了3台，就自己在家一台，然后男朋友家里放一台，然后妈妈家里放一台，他们过年回家也可以泡。啊，我说这真的是很喜欢。泡脚还没加吗？下架了。哦，我们马上加，最后一点点货，如果加上货之后，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付款哦。嗯，今天是最后15,000台的现货。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泡脚是很好的嘛，尤其是前段时间的降温，就让大家觉得回到家里，尤其是南方没有暖气，特别冷，对，就泡个脚特别暖和，然后睡眠也会更好一些。对，我妈每次今天都会泡完脚之后再睡觉。嗯，我也会有这种习惯，享受人生，真的享受。就是你这时候就要旁边泡杯枸杞，就开启你想要一杯红酒，用我们的 Radio 红酒杯享受生活。另外植入一下啊，我们的门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过两天会直播。还有伊文姐身上的睡衣啊，对不起对不起，加好了啊，加好了，加好了。我妈也有一件，真的吗？真的，因为很暖和，我妈就是肩膀会容易冷，然后我就给她上次播那个兔子的时候啊，对，然后现在一看就这。这件我不过应该可以拥有了。好的，我们到时候上的时候会通知你的，好吧？这就为顾客。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美妆类的产品，是的，大家记得多多关注哦。好的，谢谢大家，我们的泡脚桶还有最后的500份就没有喽。小飞象睡衣后面会上给大家，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直播间的泡脚桶真的是真的太受欢迎了。我的妈耶！以后泡脚桶我都不用在这里直播，你们就卖吧，反正随随便便就卖掉了。其实可以上链接就是开的，就不用介绍的。嗯 ，OK， 来，所有女生，谢谢大家啊！那我们的今天晚上的零食跟生活类产品全部都给大家介绍完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洗护和美妆喽。对的，好不好？今天晚上的美妆，我跟你们说，好多都很值得买，怎么办？虽然今天晚上有24个产品，但真的很多都值得买。我们来预告一下，好，接下来美妆会带给大家什么产品？有。沙宣的洗护发套装，以及 RVB 养肤粉底液，还有耳梯化妆套刷，以及我们的奥可菲的护足霜，欧珀莱的红宝石精华，云柔洁面巨便宜，百事蕾超划算，那个联合利华的百蕾是超划算，还有我们的那个多芬联合利华的一个多芬磨砂身体乳，还有到的是芙蓉精奶冻霜，好好用新品，还有超而美的面膜，以及娇韵诗身体护理油，而且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娇韵诗的老师来教大家如何在家里面按摩身体，还有正轩墨气垫以及 clean 香水。好不好？千万不要走开。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去分享一下直播间，在群里面让更多女生知道我们的直播的美妆和家亲各户已经开始了。对的。好了，所有女生、美们，沙宣洗护套装来了，这一套专门针对于油头在不在？头皮很油。Yeah， 导致头发扁塌的女生在不在？所有女生，沙宣这一套专门给你知道头皮很油，但是头发又很毛糙。到秋冬天的时候就静电很多，然后一刷飞起来。是的，然后它是可以帮你挑战3天不洗头的一个洗发水，还有就是它的洁净黑科技是从头皮开始帮你赶走多余的油脂，对，用纳米的科技来深层清洁你的一个头皮的油脂。冬天不爱洗头的或者大油头的美眉的福音洗发水。是的，而这款洗发水洗完了之后，你放心，你的发尾那种干枯毛糙不会是更毛糙，因为有一些你知道，就是洗发水它到后面会特别特别干，有的时候你那种发尾的地方那种枯毛糙的头发会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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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干。嗯，这款不会，它里面挑到的是沙宣专研的一个海藻精华在里面，所以它就是洗完了之后头发不拔干，但是头发很蓬松，对，很顺滑。是的，然后这个的味道跟你们说是那种你知道热带雨林的水果味，对，就是那种好好闻的热带香水的花果味。美们，这一件洗发水500毫升加护发素210毫升，天猫店铺价99块钱，佳琪直播间82块钱一套，送大家旅行装50毫升2瓶，一套买两套
144块钱，买两套更划算，144块钱再送大家旅行装六个给你们，对，好不好？所有女生如果最近家里面要囤洗发水的话，赶快囤起来我们的沙宣洗发水，3、2、1上链接来咯。对，这个其实很贴心，它的洗发水是500毫升，护发素是210毫升，对，大家可能护发素平时用的比较少，嗯，所以我们争取的是大瓶装的洗发水。没错，谢谢大家的支持，赶快去抢吧！数量挺，建议大家数量挺啊，这个性价比会更高，而且沙宣是专业美发品牌啊，下架了，来我们加货。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批是5天内发完。是的，我们的货是5天内帮大家发完给大家，好不好？年货节是从20号开始，第一天是我们的零食，第二天是时尚，第三天是生活，第四天是美妆，第五天是母婴。嗯，对。是的，好的，来，所有女生，我们沙宣洗发水马上加货给大家，泡脚桶只能等踢人了，哦、让老板把泡脚桶慢慢踢人吧，好不好？沙宣加货了，沙宣加货喽，数量记得要填2，对，是拍立减的形式，拍2就可以了。是的，拍立减不用领取优惠券，数量填2即可，好不好？嗯、数量填2即可，不用领取优惠券。是的，接下来粉底液来了，这个来，谁是我的模特 ？Yuki， 嗯 ，Yuki 很适合这款。有来我们的粉底液，上一次就是我们跟康辉老师一起直播的时候， yeah, 上次我们播意大利专场的时候，跟康辉老师一起直播的时候，整个我跟你们说卖飞起来 ，RVB 每次在我直播间卖的都很好很好，这一次我们也囤到了2万多个女生可以买，对，所有女生这瓶粉底液，如果你是想要买专业级别的彩妆品牌，你知道 RVB 在意大利它是什么？它是时装周后台的一个单品，对，它整个在时装周就是给什么？给模特化妆和模特上妆的一个单品。所有女生，这个粉底液颜色有一个颜色叫60号色，特别适合大家去买。我要打出来是那种你知道很自然的奶油肌，宛如给你自己的皮肤上了第二层。就是真的，就是上了第二层你自己的皮肤的感觉，很棒。我们来直接看效果啊，60号色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的颜色，比较适合中国女生用的一个颜色。是的，好了，那我首先一边我就用什么，我就用我的化妆蛋去上妆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Yuki 现在是完全没有上底妆的效果，因为她的脸的皮肤比较好，对，所以没有什么瑕疵，就是黑眼圈有点重。Yuki 本身皮肤状态是比较好，然后它的那个质地是有点偏奶霜的质地，所以你在冬天用它不会拔干、嗯、然后干皮女生用和混合性肌肤用是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你是大油皮用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用化妆蛋顺着我们的肌肤纹理轻轻的拍 开。 Yuki 用的是60号色，大多数女生都是可以用这个颜色的、嗯、是的。Yuki 确实白了很多，没有买到泡脚桶的女生要多多点开链接刷，我们一直在联系踢人，孕妇就不要化妆喽。是的，这段时间胶内的睡衣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了。它拍开来之后，整体的妆感其实有一点点柔雾，而且奶油肌，可不可以帮它把光线稍微暗一点点？因为这边光好像稍微亮一点点，然后你可以再用一点点的粉底液，用我们的尖尖头，化妆蛋的尖尖头，看上面黑眼圈特别明显这一坨，对不对？看上面，我们就慢慢的遮瑕我们的黑眼圈，从泪沟的地方开始遮，然后往我们的下眼睑的位置去轻拍。对，大家如果有局部二次遮瑕的方法的话，就是你先全脸打底，然后额外去做二次叠加的遮瑕。Yuki 其实本身的瑕疵是比较少的，嗯，他就是因为经常熬夜，所以黑眼圈会比较重一点。他又不长痘，他也不那个，就是黑眼圈比较重。然后再将我们的眼头以及眼皮上的颜色做提亮，嗯，好，然后我们开始额头上，顺着我们皮肤的纹理，我们拍开，效果上妆的效果是很好的，保持那种肌肤状态很好的感觉，大家选对颜色不会，而且它不会油光，看到了没有？它完全不油光，就非常非常的，就是你知道像上了一层哑光的第二层肌肤，你看到吗？这个底妆是不是很棒？两边的皮肤状况对比很好吧？就这里还是有很重的也黑眼圈，然后眼睛周围的肤色不均，这个一上就可以遮住，而且它那个底妆的质感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雾感，对，但是不会干或者不会厚。秋冬天不用担心。这个底妆我跟你们说，干皮、油皮、混合皮，你们秋冬天都可以去使用，它会比较的偏养肤，好推开，不会拔干。这底妆真的就是上到脸上去的感觉和效果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不好？美们，如果你们要买就买60号色，因为60号色是比较适合于，而且他们是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的一个颜色，对的，比较适合绝大多数的中国美眉们去使用。它的粉质很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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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非常的细，
清楚了吗？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喜欢佳琪姐的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可以用化妆刷。这个，比如说这种短毛一点点的刷子，我们可以沾取我们的刷子，用我们的另外一边，对，就是化妆刷的形式去上，它会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妆效。嗯，化妆刷上的话会更加的柔焦感，嗯，和那种磨皮感。一会儿就会给大家上链接，我们今天到手的话是149元，相当于是五折的优惠力度。我们用化妆刷上的话就这样打圈，打圈，嗯，打开就慢慢的这样子揉进去，让它融入你的肌肤。其实本身这个妆效就是跟皮肤本身自然妆效就很接近。链接一会儿上哦，建议大家就是拍60号色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白，61号色；皮肤自然偏黑的话，就是选62号色。嗯，因为61号色它是有点偏粉调的，然后62号色它是有一点点小麦色。大家可以记住颜色，干皮、油皮、混合肌，女生都是适合这一款粉底液的。好，然后最后化妆蛋去把眼周肌肤做好很好的一个调整，遮瑕。干皮可以用，对，泡脚桶没有了。要等明年冬天了，我估计。谢谢大家分享直播间哦！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女生，头顶上方的关注按钮，大家记得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上粉底液一定要少量多次，不要一下给我上太多，对，要不然会打出来非常非常的，你知道黑，清楚了没有？好不好？这个黑点点是什么？是它的痣。我们化妆不遮痣啊。我们所有女生化妆不要遮痣，这种东西遮不住的，不可能有粉底液可以治疗痣。而且这个里有颗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底妆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自然的，哦，闭上眼睛。它的遮瑕力就是适中，如果大家就是还是有大面积瑕疵的话，建议大家就是二次用一个遮瑕膏。大家其实妆后做好一些定妆，或者做好一些及时的补妆，是它就会不容易脱妆、嗯。然后最后再上一个散粉，其实它就是如果你皮肤很好的话，就上个透明散粉就好了。对，就是完全皮肤质感非常非常棒，而且它是不容易有指纹的一个粉底液、嗯，就是你用手这样去摸一摸，然后按一按，它不会有粉底液下来，就很干净、很清爽的一个底妆状况。清楚了没有？对的，好不好？所有女生，我建议大家，只要是不是很黑的肌肤，你们都可以买60号色。这个 RVB， 谢谢 Yuki。RVB 天猫店铺价是279一个，他们家在国外买也是200多块钱一瓶的粉底液，对的，但佳琦直播间149块钱就可以拿到了，真的很划算，很划算，领130的优惠券，准备好了没有？可以买到专业彩妆后台品牌的一个底妆。买它，3、2、1，上链接，领130元优惠券，来喽！遮瑕5、6颗星左右，没有到非常非常遮，因为它薄透。一定要领好130元优惠券，千万不要忘记了。嗯，干皮、油皮一定要领130元优惠券哦，5折左右的价格了，很划算，很划算，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200，又没了。下架了，嗯，60号色下架了，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那个就是媒体各种媒体平台，对对对，去看一看他们家对于 RVB 粉底液的一个评价。是的，就是便宜又好用，领取优惠券，时装周后台的产品、嗯，专业化妆老师用的产品。好了，我们60号色加货喽，60号色又只有1000瓶了，泡脚桶没有办法再加了，对不起大家，60号色又没了，没有了。来，把60号色所有的货全部加上来吧，马上，我们帮大家把60号色所有的货全部加上来啊。喜欢李佳琦，请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谢谢大家的支持。对，建议大家都买60号色。是的，大干皮在化妆之前先做好妆前保湿。一定要关注了佳琦，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上好喽，还有2000瓶。然后底下气垫 BB 霜，我们给大家推荐正轩墨。好，你们底下可以来买正轩墨的气垫，是我们直播间更可怕的东西，就是整个就是天天就下架，每次这两个就很火很火，又下架了。60号，我们踢人吧，我们只能让老板踢人了，好不好？现在下一个，来，所有女生，下一个哦 ，RT， 值得买，太值得买了，这个真的太值得买了。这次我们上了一个面部，哎，这个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哎，那我正好可以帮 Yuki 把全部妆化完了。对对对对对，所有女生，我帮大家准备了2个 RT 化妆套刷，这一套是面部套刷。这一套是什么？是眼部套刷，他们家这个已经我们卖过的，但这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哦，是我帮你们拿到的一套他们家的面部套。因为很多人说佳琪，我没有一套好的化妆刷 ，RT 全球知名品牌，而且 RT 化妆刷不便宜的哦，
美们，这种五支装的 RT 面部套是要卖200-300块钱一套，但是我帮你们拿到的最低价是139块钱一套，还送一颗正装的价值82块钱的美妆蛋。RT 化妆蛋就是化妆蛋鼻祖了，非常非常非常早了，已经是，好不好？所有女士，我们来看每一把刷子，我们的一个效果就最快的速度帮 Yuki 化完一个妆，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每一套刷子和每一个刷子的用途是什么。好，来，首先第一个，我们从化完底妆之后的第一个步骤，所有女生定妆来看。我们化完底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是要第一步去定妆，所以我们在用散粉的时候，可以我们的 RT 化妆刷沾取我们的散粉，在盖子上进行打圈，然后把多余的粉敲掉。从外，我们上定妆粉的时候怎么上是最专业的方式啊，从外往里，轻轻按压上定妆，中心的位置其实是粉量相对而言要少一点点。我们上散粉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不要干嘛，不要沾取了散粉之后直接啪打到脸颊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散粉刷上面的散粉是最厚的，你要把所有的最薄的妆留在这个地方，你要从外往里拍打，做拍打定妆，这样子你的所有的脸颊中间的妆是非常非常的细而且薄的。然后最后一下压鼻子，因为鼻子是最突出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妆容，所以如果你鼻子上的粉特别特别的厚，感觉你整个人的妆特别特别的脏。对，所以第一步我们用大的散粉刷去做定妆全脸，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开始干嘛了呢？开始画腮红。哦，腮红，嗯，这边。那我今天选的腮红是 Stila 的腮红。其实刚刚的那个散粉刷，大家平时搭配粉饼、散粉使用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把，而且它的毛质完全非常非常柔软，嗯。对的。然后我们的腮红就少量多次的进行慢慢的晕染，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亚洲女生不适合画太大面积的腮红。对的。我们就只要把气色提起来就好了。所以慢慢的晕染啊，我们沾腮红的时候也是一样，稍微的少量多次，不要一下太多，一下太多会很难看。看。轻轻扫腮红，让它的颜色慢慢晕出来。而且我帮 Yuki 扫的腮红是从它的颧骨最高点往上斜扫腮红，因为它的脸型是那种圆脸型，是那种有一点点偏什么，偏那种肉肉的脸型，然后有点娃娃脸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脸型往上走，所以我是稍微的斜扫一点腮红。对，大家平时画腮红可以根据自己的脸型画不同形状的腮红，嗯，就先把颜色打出来，我们后面再开始加颜色。因为我没有画眼妆，所以我把颜色打得非常非常的薄。但是我建议大家画完腮红之后哦，所有女生，比如说我们这样画完腮红之后，接下来一点点的腮红余粉我们用哪里？鼻尖、鼻头、下巴扫一点点，然后包括额头的地方稍微扫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底妆打得太白，就会容易有点气色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用腮红稍微把脸颊的颜色全部都打出来。然后接下来这把刷子用完了，这是什么？这是高光刷。因为今年很多女生很喜欢什么打高光，所以我会选择一个比较偏裸色调的或者是粉色调的高光，那我就选裸色高光吧，然后去帮她把脸颊的轮廓加起来，就在她的脸颊的地方稍微扫一点点的高光，让她整个的脸颊这边是有亮度的。然后包括我再可以在哪里，她的鼻子的地方加一点点的高光，就山根的地方，然后还有鼻翼的地方，去凸显你的五官立体感。嗯，而且下巴处它的大小就是比较精确一些。是，然后我还可以加一点点的高光在哪里，在她的眉骨下方，可以，因为还没有画眉毛啊，就加这个眉骨下方就行了。喷起来。是，好，整个其实打一个光，用一个手机筒照一下。好。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高光哦，会非常非常的精致漂亮的一个高光，一点点的光就行了。一点点的光。来看一下，所有女生这个地方它的高光，微微的一些，直播间会有一点点吃妆，对，但是还是会看到那个光泽感会比较好。我有看到。对，然后接下来所有女生，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修容粉，就修容刷，小的修容刷。这个修容刷怎么用呢？看啊，让 Yuki 的五官立马立体起来，怎么立体？首先眉毛我们就相当于眉毛画完了，嗯，直接是在眉毛的眉头的延展的地方和鼻窝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加深，做一个眉部跟鼻子的一个晕染，画一个小三角形这里的地方。因为它这个刷子正好它是斜面弧形的，它就很好贴合就是大家的山根的位置，去打造一个比较立体的鼻梁。就这样少量多次，建议大家画阴影和腮红的时候都用这种方法，然后可以连接到眼窝，让 Yuki 的眼窝更加的深邃一点点，然后让他的五官更集中，山根更高，你看整个人立体起来，看到了没有，整个鼻子开始站起来。然后我可以再用一点点的颜色去画哪里，画鼻翼的地方，把鼻翼缩小，让鼻头更翘，
是，显得更精致一些。大家平时搭配一些就是阴影粉或者阴影膏都是可以的。在直播间化妆，整个看都看不到，看一下鼻子，整个是不是鼻头变得非常非常的尖，非常非常的翘，就是完全没有就是整容啊，我们就直接在直播间开始画给大家看，然后稍微抿一下嘴巴，然后这个地方嘴巴下面这个地方的阴影加深，然后它放松的时候发现整个嘴唇嘟起来，对，看到了没有，下嘴唇的地方嘟起来，你放松嘴巴就好了，看这个窝会更明显，她嘴唇会更加的厚，因为亚洲女生的嘴唇会相对比较薄，所以我们可以用阴影来让她的嘴唇变得更厚一点点，这是第二个方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用到我们的大号阴影刷。大号的阴影刷是干嘛的？是修容的。Yuki 真的很适合修容，就是我们就把这种修容粉加在一起，然后我们修容该如何修啊？就是在我们的腮红的延展的最外面的地方去做修容。对，其实这个修容刷，因为它本身毛质是比较偏紧的，是你其实可以充当它的粉底刷用。没错，我们刚刚这样用，我们是用的粉底刷，但是你也可以当做修容刷。然后它这个斜形刷其实本身的毛刷是很紧密的，嗯，然后你沾取一些修容，它会非常自然，非常显色。然后我们在修容的时候可以修哪里？发际线这块地方，显脸小，也要再去把它接住。会让你两边整个头型会往里面走，看两边的脸型，对，看两边的脸就完全变了。你们有没有觉得 Yuki 整个脸是歪的？现在就这边的脸是往上走，这边的脸是平的走。虽然 Yuki 很年轻，不要笑，就放松。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这边的脸就是我只用了一点点的腮红，如果我再画稍微红一点点的腮红，他的往上提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就这边整个脸是往上提的，但这边脸是稍微往旁边走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明显吗？会不会看起来还蛮明显的？是不是？有，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用法。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画大家都会喜欢的眼妆。对，眼妆的话呢，是我们用到的是这一套，它一共有八支，是进阶版的日常眼部套刷。你们拿的眼影我都真的是有点挑战。明天卖的我们的 Pat 眼影盘。好，来闭上眼睛。我们选一个打底色，不是，我就选的主色，我直接上主色。好吗？这一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套刷里面，它其实是有八支不同的刷子，有中号的眼影刷，然后包括有基础的眼窝刷，还会有一些眉毛的梳子，包括可以有到的是眉刷，还有眼线刷、烟熏刷都有。闭上眼睛。我们其实直接上了一个主色，然后慢慢的去晕染开，去过渡到一个比较自然的颜色。今天到手眼部套刷是109，是，好好，接下来我会用一个小一点点的小刷子去做眼线的部分，那我就沾棕色。 OK 的，可以的，去填补一些细节，比如说大家可能现在比较流行画那种下至眼妆，然后包括想画一些比较自然的眼线，都是可以用这把刷子去做填补细节的，然后你就会有一点点妆容的小心机。其实平时刷子清洗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可以买一些就是刷子的清洁剂，然后集体一清洁就可以。稍微画的大一点点啊，嗯，我稍微画大一点点。嗯，泡椒头没有了。好，然后放大双眼。接下来我会用一点点的亮片色去叠加他的一个眼睛，闭上眼睛。其实亮片色我们用到的是手，就是因为它取量会比较精准。嗯，好，然后最后稍微的修饰一下我们的。最后的眼妆的一个浓度，因为没画眼线，没画眼线你们会觉得很奇怪，拿着眼线笔给我好不好？好，来，闭上。哦，好的，一样。我们再去修饰一下小细节。看到没有？链接稍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就会上。我们今天领的是90元的优惠券，分别到手价眼部套刷109，面部套刷139。是的，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好，然后我们开始一点点的眼线，闭上眼睛。大家有问眼线，眼线明天会卖哦，眼影也是，高光也是，后修容后面会上的。
所以都是广告位是吧？哦，黄了。好，睁开一下哦，看看。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是有神一点。染发的产品要过两天在备货，所以要稍等一下。那我们这个套纱太值了，感觉说了两个品，感觉说了两个品，说了五个品吧都已经。真的，下次啊，下次建议分开。好，可以可以可以，微微调整一下，微微调整一下下，看就化完妆之后，嗯，我可以把腮红再加稍微红一点点，好吧？腮红，嗯，这里，整个化的我都热了，稍微，我都流汗了，因为我们要加快整个直播。直播化妆，而且化全妆，嗯，太累了。从底妆到彩妆，又可以好护肤吗？蛮精彩的，要下半个化个全妆，哎，好看。其实大家日常化妆也要用一点点小心思，就不要太着急说，嗯，哎，我打个底妆就可以了。差不多就这样。嗯，眉毛就是 Yuki 自己画的，我也没有帮他画眉毛。你就化完妆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就非常非常的精气神，对吧？好不好？腮红刷也在里面吗？对，腮红刷也在里面，就是刚刚我用这把就是腮红刷，然后这个是在这里的。对，我们两套刷子哦，就是可以帮大家把所有的全妆都照顾得好。如果你们家里有眼影刷就不用买眼影刷，如果家里面有面部刷就不用买面部刷，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跟缺的刷子去买就可以了。RT 化妆刷我们还要再送大家一个化妆蛋，还有清洗液，好吗？还会送清洗液一袋给大家。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所有女生眼部套刷199，面部套刷229，佳琪直播间到手，眼部套刷109，面部套刷139，都领取90元优惠券。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来喽！所有女生上链接喽 ！RT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如果你把化妆蛋的价格一减掉，相当于一个套刷只要60块钱和40块钱。对的，相当于一个套刷只要60块跟40块，超级超级的划算，好不好？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RT 来喽！天猫旗舰店给到大家啊，记得领取90元优惠券。没错，领好优惠券去拍。是的，它的毛啊都非常非常的柔软，不会扎脸的啊。对，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李佳琦，请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还有800套，我们的套刷还有400套，大家可以自己去拍。是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喽，没有了套刷。来，我们加下货给大家啊 ，RT 套刷我们加一下。货给大家，是的，泡脚桶真的加不了货了，泡脚桶已经全部都没有了，泡脚桶真的没有办法了。那接下来我们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对对对，因为展示的产品都已经差不多展示完了。对，正轩墨气店我们会在倒数第三个产品给大家做，倒数第二个产品给大家做直播啊，也差不多就在10:40左右，很快的，好吗？是的，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啊，我们的套刷 RT 加好了。链接在17号。妮维雅是等一下一定要抢的东西，千万不要走开。套刷往下滑去领优惠券啊！接下来下面一个，所有女生，奥可菲，一个几十年的品牌，他们家的护足霜超好用。有没有女生是现在膝盖、脚后跟以及脚的关节处和手关节处是非常非常干的女生，在不在？气候干。所有女生，这个真的好多年了，他们家非常非常有名。它这一种有点像什么？像冰淇淋的质地，或者是那种雪糕质地。冻了一段时间。对，然后就是那种刚从冰箱里面出来那种质地，然后你就轻轻抹开它，你会发现整个一揉开，它就变成什么乳霜质地。然后你抹在那种特别干巴巴的地方。脚后跟关节处，然后我们的手肘的地方跟我们的手的什么手的那种关节的地方和甲缘的地方，这个巨好用，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女生夏天穿凉鞋，一直穿凉鞋打脚打了很多的死皮，然后结果一到冬天没有涂任何的护肤类和没有涂任何的预防类的产品，整个干到不行，然后开裂，然后有的时候还脚后跟还会流血，会很痛，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它来做什么，做涂抹，对，好吗？这一款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上过一次，整个全部都卖光了。我觉得在春节期间可以买回来去给到你们大家的长辈，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这么多年了，对不对？他们的身上的老茧啊，包括死皮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也可以帮他们预防一下啊。对，天猫店铺价89块钱一颗，佳琪直播间第一颗54，第二颗44，98块钱两颗。如果买一颗直接拍，买两颗也直接拍。对，数量填一和数量填二，拍立减形式。嗯，拍立减给大家，我们刚刚到货5万个，数量填二，奥可菲3、2、1，上链接来喽。因为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尿囊素，是的，可以让你促进你肌肤的焕新，没错，去软化一些角质，是的，好不好？来，所有女生上链接喽，奥可菲来啦，数量填二。
数量填要买两个，一个给自己用，一个给妈妈用。对，嗯，它其实这个盒子是圆盒，然后它特别贴心，它周边其实这种橡胶防滑，所以你就是直接打开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容易滑掉，对，或者是不好打开。对，提拉米苏全没有了，你们只能等二十号再来买了，还有1800个奥可菲，还有1500个奥可菲。最后1000份奥可菲，这个甜二可以，就是大家一年四季都会要用到的。没错，没有了奥可菲，来马上加货给大家。泡脚桶你们多多刷新 ，RVB 粉底也是所有的货，嗯、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帮大家再加了。来奥可菲足霜，我们马上再加一点货给大家。马上。嗯，不好意思，佳琪直播间不卖美瞳啊。对的。因为那是限字号产品。对我们。没有办法，对，没办法直播，在直播间不能推荐啊。来，所有女生，我们的奥可菲马上加货给大家，大家不要着急，马上加货。18号链接，大家可以多多刷新。我们是的，一直老板加了，加好了。甜二，对的，数量甜二，奥可菲，嗯，好不好？这个你们绝对会说超好用的，而且它不只是说冬天可以用，你夏天的时候穿那些小凉皮鞋，打脚，对，容易打脚，你也可以涂抹它。对。这个就是放在身边，嗯、家中放着，没错啊。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奥可菲已经加好了，还有最后的4000个，数量填二就 OK， 98块钱两颗。接下来下一个，有没有想要抗初老的女生？这一瓶是真的，今年国货品牌里面抗初老的扛把子，真的厉害。接下来我们会有到的是是我们的珀莱雅、妮维雅以及百蕾仕，还有多芬，以及我们的芙蓉肌奶霜，以及创儿美面膜和娇韵诗身体油、正轩墨气垫以及 Clean 的香水给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他来了。有没有想要买抗老的东西？有没有想要用早 C 晚 A？ 对，来了 A 醇加复合胜肽来了。美们，特别厉害的抗老，你知道这两个就这一瓶精华哈，如果你的皮肤想要达到初抗老，25岁的女生去用它，你知道吗？这一款产品，你就是怎么样？一个星期，你先一个星期用两次，再一个星期用四次，对，再一隔一天用一次，再每天用，一瓶用完，你会发现你真的皮肤都在紧致。所有女生为什么我们要买大牌？因为大牌的成分浓度压的比较高，而且成分很厉害，而且成分有效果。对，那抗初老界的两大灵魂成分就是六胜肽，你们自己去查一下那种成分 APP， 六胜肽这个成分用在哪一些大牌精华里面？美们，它里面不是什么1%六胜肽，2%六胜肽，它是20%高浓度六胜肽，它可以修复已有的细纹、表情纹，改善你肌肤的新生纹路的产生。再加上辅配的超分子 A 醇，嗯，来帮助你达到真真正正的有效的抗老。而且那个珀莱雅它用到的肽原料的工厂是我们的那个进口工厂的一个六胜肽，它的含量非常高，它的成本非常的贵，而且它的效果也很好。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是做了缓释技术，什么意思？ A 醇跟高浓度六胜肽可能有些人用了就会容易有刺激，他把它包裹起来，然后用油溶性的那个就是油溶性的一个包住，然后让 A 醇分子是慢慢到肌肤里面之后再慢慢的缓释，而不是很直接涂到皮肤上会说啊好痛啊好不舒服。所以这一瓶真的李佳琦要你买，如果你想要买抗初老的精华，对，这一瓶精华真的适合你，25岁以上的女生可以开始用起来，而且会发现你的皮肤好紧致。嗯，啊，晚 A 就是在晚夜间的时候去修复你肌肤已存在的一些肌肤问题，然后晚 A 就是让你的皮肤在晚上的时候可以促进你的胶原蛋白再生，来帮助你抗初老。所以早 C 是维生素 C， 对，晚 A 是 A 醇，如果再可以加六胜肽，效果是真的翻番的啊！我来教大家怎么去使用。你们第一次用的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拧，它是拧转那种开口，然后它就是颜色。就是一点点淡淡的奶黄色，它就是 A 醇的颜色，所以你轻轻抹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好吸收，但它不会说是那种很薄很薄的那种精华，它的润度还是非常的好，所以对于大干皮来说，好吸收同时保效果也很好，但是不刺痛，但是因为它的浓度非常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在耳后跟用，用完了之后你就是一脸涂完了之后，你第二天休息一天，你第三天再用。然后你第四天再用它，再休息天再用它，再休息天，就是隔一天用一次，隔一天用一次，慢慢的去让你的皮肤接受它，好不好？因为营养浓度过高，所以如果你一下全部都用，可能没效果就没那么好。嗯，但是这个抗初老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如果你不相信家就或者你不敢用，对，你先用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都有颈纹，各种颈纹各种干纹，你们先用在脖子上，你绝对会看到很好的效果。天猫店铺价259一瓶，李佳琦直播间
199一瓶，领40元优惠券，再拍立体减20，买就送同款30毫升送45毫升同款精华，买30毫升珀莱雅红宝石精华送45毫升同款珀莱雅红宝石精华，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来咯，三二一，上链接来喽。对，这个精华吸收效果是很好的。是的，你不用担心说粘枕头。刚刚那个女生说，没错，那个不用粘，不会担心粘枕头。对的，然后我们直播间没有保健品，对不起，泡脚桶已经全部没有了。对的。来，所有女生，珀莱雅加货喽！25岁以上的女生就要开始有用意识，要有意识了。我跟你们说，这两年开始，大家买什么买美白买的比较多，从今年开始就是已经开始买抗老买的比较多了，而且很多的90后的女生都在开始使用抗初老的产品了。慢慢会有一些细纹、表情纹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不要不承认自己变老了，我都承认自己变老了，所以我现在都用很多的抗老精华、抗老的面霜之类的。就是让我的肌肤稍微的吸收一些好营养，来帮助你达到初抗老的一个效果。然后包括啊，你们自己做了一些，比如说手术，不能是手术，就是一些医疗美容。那你想要它的效果会更加的好的话，对吧？特殊美容，你要想要它的效果更加的好的话，或者更加持久的话，用一些护肤品让它的时间更长啊。对对对对，很担心旁边的同事打我们。好的，来，我们马上加货。是的，马上加货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啊！下架了，又要下架了，刚刚加了啊，5000了，美美，我们刚刚加了5000瓶，又要下架了，又下架了，来再加吧。但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然后成分又很好的，是的，抗初老，没错，要领40元优惠券，要领40元优惠券啊，加好喽！大家点开链接往下滑，我们就到了详情页，然后是的，领取这张40元优惠券，领取40元的优惠券就可以了。我们的 A 醇精华加好喽。A 醇跟六胜肽精华199对不对？对，199超分子维 A 醇以及我们的那个就是六胜肽20%浓度六胜肽，我们都是特别明星的成分，真的是明星的抗初老成分，好不好？大家自己去拍啊，记得领取40元优惠券就 OK 了。接下来要买了，超级划算的活动力度来了，美们姐面，如果是经济条件比较允许的女生，用它来买什么？干嘛？洗澡？洗身上。对，因为冬天现在洗身上，很多人身上都会开始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就干燥啊，然后包括一些小情绪啊，包括一些皮肤会容易有一些小凸起啊，对吧？对对对。所有女生来喽，妮维雅云柔洁面来了。妮维雅品牌跟 La Prime 同属于拜尔斯道夫，德国拜尔斯道夫集团，他们家已经有百年历史，而且是知名的护肤品牌。它这一款美门洁面是氨基酸配方洁面，是大家可以洗到很干净，但是完全不紧绷。它用到了双重保湿的植物成分金盏花，帮助你的皮肤做稍微的舒缓情绪，让你的皮肤是没有那么容易有情绪的。对，而且它这一款是懒癌女生跟猪猪女孩们，你们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它直接挤出来就是泡泡。什么意思？我们要洗脸是用泡泡来洁面，正常要揉搓，我们的所有的洗面奶或者洁颜蜜都是要揉搓起泡泡，用泡泡来洁面。这款是一挤出来就有泡泡，对，所以你用它来洗就很方便很直接，然后冲洗其实也很方便，对，它完全不会有很多的残留，就冲洗起来很方便很方便，冲完了就会发现你皮肤好干净，但是不会有紧绷感，而且还是润润的，好不好？这款真的是火了好多好多年了，已经天猫店铺价79一瓶180毫升，佳琪直播间59一瓶，买一瓶 Oh my gosh， 送的是送同款一瓶，再送50毫升的云柔洁面，出差的时候带着它，它可能是保湿的或者是焕亮的啊，再送抚媚 Q10 的氨基酸精华面膜一张，2.6折女生都能用呀，2.6折活动力度，我的妈耶！我就只想说，我的妈耶，好划算啊！上来喽，买不买？所有女士，59块钱，你拿到了360毫升的洁面，你用来洗澡真的不贵的。嗯，有些洗澡的三百毫升要卖70-80-90块钱。对的，你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拍立减，不需要领取优惠券，来喽！链接在我们的20号宝贝链接，直接去拍拍立减的形式。是的，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我看一下，上了20号，数量停没了，下架了，下架了，来加货，我们46000瓶全部加给大家。对，而且按压的泵头就是使用起来很方便，取量很干净，很没错，好不好？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油不油？洗面奶怎么会油呢？加好了。
对，洗面奶不会油。对，嗯，会让你不油。加好喽，我们的云柔洁面加好喽，加了30000瓶。是的，填一就可以了。填一数量填一就可以了、哦、啊。两个正装，你相当于就是20多块钱一瓶，额外还有赠品。太便宜，30块钱不到一瓶、嗯，还有额外的赠品给大家，真的太便宜了，嗯、太划算了。好不好？头顶消防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李佳直播间。比较容易干的肌肤跟比较容易有肌肤情绪的女生，就要使用到氨基酸洁面，这样会更加的温和。不要用到皂基洁面，皂基洁面比较适合化大浓妆的女生去清洁肌肤用的一款产品，好不好？两个的使用的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适合人群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比较适合与肌肤容易有小情绪、肌肤容易有一点点小颜色的女生去使用。嗯、好，嗯。好不好？今天晚上有多芬的磨砂膏吗？当然有，有的呀， yeah, 有的，对的，等下来抢多芬磨砂膏哦。好的，我们的妮维雅只有最后4000瓶了，嗯，妮维雅洁面只有4000瓶，大家可以赶快去拍，送很多。好的，接下来百雷士小蓝罐来了，这里，哎，上次唇膏那个什么那个三个字的凡士林没有抢到的、哦，太火了。真的不用多说了，这个太火了，这个太有名了。一位女明星也在推。嘴巴干不干，美们，嘴巴一定要好好的护理，真的，我真的干到快飞起来了，都已经。我见识北方的干了，对不对？整个那个皮永远在嘴巴上，而且那个嘴巴就像打了封唇或者打了玻尿酸一样，一直是肿的，这样肿起来的那个嘴巴。就是、两个嘴巴一起互相碰撞那一刻，觉得自己受伤了。嗯、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一款。无论是明星还是 KOL 还是它在整个国家跟地区销售都是非常非常畅销跟口碑款的一个唇膏，你嘴巴干你就可以用它作为舒缓嘴巴干燥的一个唇膏，你晚上可以当做一个唇膜，它的天然植萃里面用的是什么，是羊毛脂加蜂蜡和可可脂脂，以及所有女生它还用到了一些比如说桉树、薄荷的成分来缓解肌肤的一个干燥，而且会有及时的那种清凉感，就好舒服好舒服。而且你们每天洗完澡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喝水的喝水，喝完了水了之后，吃完了保健品之后，对吧？涂一涂，来聚焦一下吧。睡觉之前，嗯，你其实是可以拿着棉棒，然后沾取一些，后涂一些。它不会有任何的泥。对，然后你第二天你就会觉得，哇，你嘴角上的一些老废角质，嗯，它其实是可以掉掉的。你第二天用温热的水把它擦除，嗯，水当当的吹。跟你说，看我的嘴巴，特别特别的。润，但是不油。油，哎，就是你知道很多女生说，佳琪我好讨厌用唇膜。我说我为什么？他们说你知道吗？真的油到不行，感觉每天糊了个猪油在睡觉。这款是真的不油，但是是润，而且真实有效的保湿型的一个润唇膏，嗯、好舒服哦。它不会说很油腻，嗯，但是呢，它滋润感又是很够的，真的很舒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一款所有女生，美们，天猫店铺价是29.9元一个。佳琪直播间45.9元三颗，对，相当于一颗只要多少钱？15块钱，嗯，一颗只要15块钱，是不是有种清凉感？对，是的。有的时候你嘴巴干的时候或者裂开的时候很痛，嗯、所以你就会有一种你知道及时的舒缓的感觉、嗯放松的感觉啊。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我只有15万颗，也就是说只有5万个女生可以拿到它。这是李佳琪所有的货，还有如果你。所有女生，如果你用不完，如果你用了一半用不完，啊、把你的香水喷到里面，搅一搅，当做身体香膏去涂抹，好不好？所有女生准备好了吗？百雷士专注于唇部护理多年的品牌，数量填三，对，3、2、1，上链接。是的，拍立减。我们给大家上的是国际版本、嗯、啊，不是美版。是的，数量填三，到手45.9元，很划算的价格喽。来下架了，来我们再加5万。好，马上。我们再加5万颗小唇膏给大家啊。颗是7克。是的，我们再加5万颗小唇膏给大家，用了很多年，谢谢大家，因为这真的是口碑款，好多年，这么多年一直是畅销的，就说明它真的是好用。加上加了吗？上架，老板。对，点上架，加了5万个，我看到了。然后上架之后，大家一定要数量填3。是的。嗯，马上哦。我们还没有开，正宣布还没有开，大家不要着急，加好喽。百雷士加好了，45000，哦、30000，这个真的是口碑款。20000，我们加了5万，14000，又要没有了，赶紧抢。6000，还有吗？900，还有，来再加5万。啊、
我们再加5万，这个真的是比在国外买还便宜的价格，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抢吧。就是单颗只要15块钱，太便宜了。你们自己去线下看一下店铺买多少钱，嗯，进口美妆店包括一些集合美妆店都会有它，你们自己看看一颗多少钱。我们直播间一颗只要15块，性价比真高，真高，真的高，嗯。马上加哦，马上开链接哦，我们马上加五万个给大家。上架，老板点上架。点完上架，大家数量填3就可以了。是的，加好了。加了。百雷士加好了。又只有。看看啊。4万。来，4万个，加了5万，还有4万，还有36000，29000。数量填3不要填错了，数量填3直接拍了一姐，只要45.9块3罐。是的。还有最后的15000个，好不好？大家自己去拍了，来下一个联合利华多芬。16味身体磨砂膏来啦！真的冰沙。哎，冬天了啊，你的那一些老废角质要清洁一下了哈，好不好？温和去除老废角质，磨出什么嫩滑美肌，而且是用多芬的，就是营养液在里面的产品。这一款冰淇淋质地卖爆炸，李佳琦直播间卖飞起来。就是它那个磨砂颗粒真的超细。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个哦，你有在用呀？这是我直播间的粉丝都在买的东西。我们今天只有5万套，你知道多芬的这一款身体磨砂膏，第一个就是味道整个不行，一闻到就食欲大增，呵呵，没有开玩笑，就是一闻到它那个味道，哦，感觉好好闻，好好闻，好闻，这个特别好闻。这个洗完澡，你会发现你整个浴室里面都是它那个石榴香味，嗯，就是果香味，而且。这一款的磨砂颗粒非常的温和，它不会是那种你知道那种一颗一颗真的是那种像石头一样的，它有点像那种很柔软那种沙滩的沙子，沙滩的沙叫泡了水，对，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就这一款就是你把你的什么手肘打湿了之后直接揉搓在你的胳膊上，你就可以开始做洗澡了，就身上有微湿然后直接去按摩去揉搓，你洗完了之后你用水一冲掉，你会发现整个肌肤是滑滑的，都不用上身体都是滑滑的感觉，然后睡觉的时候，嗯，在一些干燥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屁股蛋上啊，比如说手臂的地方啊，嘎吱窝，对啊，嘎吱窝呀，就是那种脚背啊，对吧？就各种地方，你都可以用我们的身体磨砂膏去清洗，然后用一点水去揉它一下，再去打圈一下，然后它会变成乳白色，然后它一冲就冲掉了，对的。然后冲掉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巨嫩滑，就非常非常的嫩，流香也很久，嗯，而且留香时间非常非常的久。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就洗完对比看一下。就是洗完了之后的对比，就是你会觉得透亮一点，透亮一点，嗯，真的很好用，谢谢大家。这一款是我们双十一就38节、618、99大促、双十一、双十二都会上的东西，好不好？都会上的东西。这一瓶我不用多介绍，我们直播间超级爆款，天猫店铺价139块钱两罐，佳琦直播间109块钱两罐，再送多芬的洗手液凝胶，一颗洗手液凝胶要卖10几块钱的，对。我们今天送大家一个洗手液凝胶，什么意思？就是这样，直接便携装的。你在外面的时候，比如说在外面吃饭前，把它挤出来，对，然后就是两个手这样洗一洗就干净了。及时，嗯，去做一个清洁。对的啊，我们现在的清洁还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忽视我们现在的卫生跟清洁，是的，好不好？来，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领30元优惠券，109，到手2罐身体磨砂膏多芬，3、2、1，上链接。留香会很久。是的，嗯，马上上链接，数量填一领30元优惠券就好喽。味道是那种16味和乳木果混合混合的一个味道。上链接了，下架了，哇哦，巨快！对的，这个真的是巨快。就是你要马上开春了，然后马上就要穿比较少好看的 T 恤裙子了，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一定要嫩滑啊，嗯，包括有的时候就是身体胳膊这边有一些小小的老废角质，包括背后有一些小痘痘啊，你都可以用它，因为是油脂分泌过旺盛导致引起的一些肌肤问题啊。加好咯，多芬身体磨砂膏加好了，他好久都没有来了，因为一直在囤货。对，一定不要忘记去把30元优惠券领取到。是的，要领取30元的优惠券，好不好？千万不要忘记领券喽。是的，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泡菜如果没有了就没办法加了啊。然后我们的泡脚桶已经是没有了的，对不起大家。嗯，泡菜2罐一共是1000克吗？一共是2000克，它一罐就是1000克，就是泡菜拿回家是4斤，4斤泡菜，我确定。好。磨砂是什么颗粒啊？非常非常柔软的圆形颗粒，它不会伤害你的皮肤。对，对，就是搓它不会让你的皮肤有那种出血啊或者破皮啊之类的。不会，这个大家完全放心，它搓出来很温和，很温和。好的，接下来
到现在为止没有买到面霜的女生，你们在吗？接下来芙蓉肌奶冻霜、创尔美多效修复面膜、娇韵诗身体调理油以及正轩墨持久遮瑕气垫霜和 Clean 香水来咯。这个新品买过芙蓉肌家的这个那个水的在不在？精华水的女生在不在？买过它的女生在不在？这个产品，这个品牌，他们家是一个专注于科技成分的新锐品牌。对，而且他们家很注重高端成分和配方研发。对，在成分跟配方上都选用到了使用高标准的产品，而且颜值做得非常非常的棒。美们，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一瓶面霜很少有品牌可以做到。面霜的第一个成分叫做二裂酵母产物溶胞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说了的哦，买护肤品不用再看噱头，买护肤品大家请看成分。第一个成分，二裂酵母产物溶胞物。60%这个面霜里面都是二裂酵母产物溶胞物，排在我们成分的第一名。很厉害了，这瓶面霜就是给我买它。好不好？这瓶面霜真的就是给我买它，巨好用的嫩肤保湿补水面霜。同样，它里面还加了欧氏草的一个精粹，是国际知名供应商的原料。对，它能够使什么？使我们表皮更新，让我们的肌肤的屏障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可以去抵御外界肌肤对你肌肤的一个刺激。然后，所有女生，岩蔷薇精粹。岩蔷薇是一种玫瑰的一个品种，对，它是生长在那种火山灌木丛里面，这种植物是在很干燥的地方生长，所以对于干燥自身是有很好的抵抗能力。对对对，还有用到了虾青素来帮助你抵御自由基，让你的肌肤更细腻更柔亮。还有白化溶精粹，是使用到的白化溶精粹去解决你肌肤上的一些有颜色的颜色、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油皮能不能用，我给你看看质地。质地真的很特别。质地像什么？像酸奶。酸奶，对，它的质地像酸奶质地。就是挂壁的酸奶。Yeah, 就是那种老酸奶。嗯。它的质地像老酸奶，而它的产品是通过了 SGS 国际认证的一个品牌。对。所有女生看一下。刚刚那个认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是针对30名22岁到55岁的女生去做的人体皮肤斑贴实验。是的、嗯、就是证明它不会那么容易过敏。对对对。来看一下所有女生，直接它的质地轻轻揉开，立马在你的皮肤上呈现出那种很润很润的状态，是不会油，也不会说是那种推不开很厚重。我跟你们说，李佳琦推荐的面霜你就买吧，我推荐了这么多面霜，每次直播就是秒空掉。美们看一下，所有女生非常的舒服，嫩嫩的哦。你涂完之后嫩，就皮肤嫩嫩的，而且大家第二天早上你的起来你的皮肤都是嫩的。美们，你们喜欢的那几个两瓶精华，嗯，都是用到的那种大牌精华，都是用到的二裂酵母产物溶胞物作为它的主要成分，但是都不会排在第一位，因为它的浓度并没有添加这么高。你知道芙蓉肌的水为什么在我直播间卖的这么好？因为它的第一个成分也是二裂酵母产物溶胞物，这个的面霜的第一个成分也是二裂酵母产物溶胞物，吸收很快不拔干，这个面霜的成分非常厉害。天猫店铺价309一瓶面霜，佳琦直播间第一次直播他们家面霜领80元优惠券，229一瓶，再送正装的眼唇卸妆油给大家，再送奶冻霜10毫升，再送女神水，你们用用看。你就这个用了，用一个精华，再用这个，你试试看，绝对超好用。美们还会再有到的，没有了，没有了，就这个，是一个大礼盒，对，大礼盒给到大家，好不好？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3、2、1。来咯，芙蓉肌面霜来了。前两天还没有买到面霜的女生，这款面干皮油皮都可以放心去使用。对，就是从你的肌肤底层开始去维稳，是的，修复，没错。来，所有女生，芙蓉肌奶冻霜来啦，领好80元的优惠券哦，一定要用起来面霜哦，因为你的皮肤真的已经抵御不了那么严寒的空气在你的脸上一刀一刀的划的脸上的，很痛的哦，是的，而且皮肤很刺激的哦。适合多少岁用这一款？没有肌肤的一个就是适用，就是20岁到55岁都可以用。加好了。油皮肌肤用它完全不油腻，你看非常非常的干爽，不会油腻。很清爽。但是润润的。嗯。芙蓉肌面霜加好喽。加了。领80元优惠券，一定要记得领80元优惠券。对。点开链接往下滑，然后去领取这张80元的优惠券。是的。嗯。到手价是229，嗯，还是比较平价的一款面霜。是的，性价比很高，但是成分很厉害。229，你拿不到60%二裂酵母产物溶胞物提取的面霜。对，你花500、600、700、800块买那种精华，也主打什么酵母精华那些精华，
它里面的浓度都没有60%的浓度，都没有60%浓度的添加，但它做到了60%浓度的添加。好，嗯，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对，大家应该就是他们家可能第一个被大家知道的是就是精华水，而且佳怡直播间卖的非常好。对的。好不好？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哦。干皮可以用吗？干皮要用面霜吗？当然要用面霜啦。一定要用。对的，因为干皮你用乳液，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不太能够做到了保湿补水。而且二裂酵母产绒包物这个成分对于油痘肌来说很好，因为会代谢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加速一些它的一个更新。所以我觉得油痘肌是很适合用这瓶面霜的，因为它里面的二裂酵母成分的真的很高。面霜的保湿效果会更好，是的，相对而言啊，没错，好不好？我跟你们说，现在国产产品完全不输国外的东西，因为真的我们可以用很好的成分，我们的速度很快，我们做出来产品非常非常的精致，对对对对，而且适合于亚洲女生跟中国女生去使用。这个，然后这次的包装也很漂亮，它的包装整个也很漂亮，这边是，然后整个是他们家的 logo， 这边是他们家的一个花，看一下，整个很漂亮的一个外观，他们家外观得过很多很多的大奖，对。颜值很高，是的，还有最后的800瓶哦，我们的芙蓉肌奶冻霜，还有最后的700瓶零号优惠券，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700，还有700哦，大家赶快自己去零号优惠券去拍。对，接下来来了，刷酸丸可以用它，对，刷酸丸，真的很适合。有没有想要买面膜，但是不想要面膜让你的肌肤会有负担感，就是你喜欢极简护肤的在不在？已经补不进去太多了。对，有没有女生喜欢极简护肤，就是那种不会对我的皮肤有任何的刺激性，或者是敏感性，或者是那种你知道压迫感，或者是那种你知道给肌肤吃太多是那种压力感，你们有没有？这一个面膜就是一个月里佳琦直播间一次，你们就认准就行了。等大家定时就在我直播间来买就行了。每一次就只有3万个，只有15000个女生可以买得到。我每一次就10万盒左右的一个量。对的。我用了 N 盒，而且用了2-3年的产品。真的用了2-3年的面膜，创尔美，所有女生，他们家是有到强大的18年的肌肤研究经验，而且他们家专注于一个成分，就是活性胶原，皮肤修复领域。他们家的面膜成分，我跟你们说，真的已经极简到不能再简了。为什么？它的成分精简到，来看一下聚焦，我们这里外盒上面，外盒上面我们会有展示成分。成分只有第一个水，第二个胶原，任何添加剂不添加，任何香精、酒精、防腐剂不添加，任何可能在你的皮肤上存现的一些风险成分我们都不添加。什么叫做胶原？其中胶原蛋白号称美容界的软黄金，它具有高科技技术属性的三螺旋的活性胶原，它与人体我们自身的皮肤胶原，无论在空间结构上还是那个氨基酸的含量上排序上都具有高度的同源性，所以它可以很好的被我们的皮肤所照顾和所吸引，而不会排异。皮肤你接触到这个成分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它是自己人，它是自己人，它不会觉得哦，它不是别人家的，要让它走。对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肌肤可能就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去吸收，或者是你用到皮肤上中，会多多少少会对皮肤有一些刺激性，或者是你知道排异性。这一款是跟人体自身皮肤里面的胶原很相似，所以它的修复效果和补充胶原的效果能力是很强的。而且创尔美的三螺旋活性胶原是他们家的一个科技专利提取，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对，这个发明专利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提取技术。是的，就是他们只有他们家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提取技术，别人家不能用这种提取技术的。对。还有哦，创尔美的活性胶原，它在功效上是可以帮助你舒缓肌肤、改善干燥引起的一系列肌肤不佳的肌肤问题，比如说干燥不适啊，比如说有小情绪，比如说泛颜色啊，等等等等等等。而且哦，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的皮肤上多多少少都会有肉眼看不见的一些细微损伤。对。然后这一款是用到的是三螺旋的活性胶原，它的吸收通道是非常非常的强的。而且哦，他们家的面膜是在它在万级的 GMP 生产车间经过了15道灭菌消毒骨的工艺，它的就是里面的杂质很少，很安心。哎，你知道吗？所有女生，一个面膜是发冷链物流到你家，对，你会觉得哇哦，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对，你知道他们家在夏天的时候都是用冷链物流发到你家里面，什么意思？就是它要保持它的一个活性，它在夏天就是放冰袋一起发货的，
你知道特别特别的棒。我是肌肤真的特别不特别不稳定的时候，我一定要用创儿美的这一款，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性，什么香精、植物提取什么都会比自身的皮肤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不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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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如果你追求极简护肤，你追求安全健康，你就用它，真的这一盒145块钱五片，对，佳琦直播间数量挺啊，50优惠券240两盒，买两盒再送一盒正装。我跟你们说，这一瓶来，我再给228块，这一瓶就是我们这里面的精华一样的精华瓶。来给大家看一下，30毫升228块钱在这边。所有女生，这是我们直接送给大家的正装288块钱的胶原精华。你洗完了脸，对，我们先用完了水，直接用这个精华液。你用完了水，直接用这个精华液涂抹，它就是胶原，三螺旋活性胶原。就直接这样涂抹，很好吸收的一个精华液。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膜布。它其实是纯棉膜布，所以它的亲肤性是很强的。没错，就是你停留在你的肌肤表面，然后它里面也不添加任何的增头剂。是的，倒出来的精华就跟水一样，追的很舒服很舒服。我们给大家来看一张，好不好？好，我们给大家看一张。我们敷一张在脸上。我其实用这款面膜，我敷完不会洗脸，我就当然这个不用，这张面膜是敷完完全不用洗脸，敷完了之后按摩干净了之后涂个面霜睡觉。你是怎么地？大家要做下一场，对 SPA 啊，还有下场活动，对对对。来，我们给大家上脸看一下。是的，它的贴肤性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这个只有15000个人可以买它哦。不是，你从刚刚的服务员变成了，就是谁刚才是服务员啊？对对 ，VIP 啊，对对对，变成了这样的顾客。我给你，反正就是没。你快点！你真的是还得聊天去了啊！敷个面膜，快点聊天了。确实需要有一些，这个面膜纸其实很大的，让人对对对。它的面膜布纸可以贴到下巴的那种下颌线的地方，它的面膜布纸是挺大的。一个星期用几次？它可以每天敷一张，只要你有经济条件，好不好？是的。来，让我们给大家看看它的精华。好，来，来把手给我。给你们看它的精华，它的精华真的巨清透，就是因为它里面连增稠剂什么那些黏黏的东西都不添加，就是那些化学添加剂都没有添加，它的所有的颜色是标红的成分，因为它只有两个成分，一个水一个胶原，标绿的成分，看到它的精华水就是这种特别特别清透，就是，而且没有任何的增稠剂，对，很舒服很舒服，就相当于你把这瓶精华往脸上倒，对对，一点都不黏，对，一点都不黏啊！来，所有女生，来喽。数量挺啊，50元优惠券，不需要备注，买两盒送一盒，再送正装精华一瓶。3、2、1，数量挺啊哟！不要忘记数量挺二。Yes yes， 数量挺啊哟！买二送一，额外送大家正装精华30。没错，值，买它。因为我以前在朋友圈经常看到它都很贵啊，就以前朋友圈巨贵，不是很贵。哎，没有了，还有多少份？最后2万，所有女生最后2万，没有了就没有了，因为这个我们一个月只有3万盒，我们一个月只有9万盒，算上赠品一个月只有9万盒，哦，对对对对对，所以卖光就没有，卖光就没有，所以你们赶快抢啊，只有9万套，加好了又没了，来再来再加，填二，然后零号优惠券。那我们下一个吧，我们开始吧，我很期待今天晚上的这个，快去去去去，一边敷面膜一边按摩，我们先引出，我很期待，我很期待，我非常期待。我跟你说真的爽的，哎，你要去体验一下他们家，好不好？不想说话我，就是我跟你说，就是真的，他们家真的很，我不用体验，我就用他们家东西用了 N 品了，就他们有邀请，就是诚挚的邀请你带上我，但是你已经去了呀，在上海他们就是刚刚那个品牌就说，希望佳琪可以携手我不去，真的，啊，你自己去了啊，已经，你跟玉文姐两个人按的也是很舒服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去帮你体验一下产品，因为，哦，为什么要帮我？那你真的太，那你来卖，我走了，我天，你体验了你来卖，真的很难呢，佳音，你找他也没有任何用，啊，泡脚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可以帮品牌，泡脚桶已经没有了。你现在这个品牌在私底下有什么样的勾当？没有啊，啊。哔哔哔，郑总，为什么他要在直播间带“娇韵”是三个字的广告牌？就是品牌有精心准备，说啊，他觉得我头上就是没有少了一个发饰，少了一点，头上少了点绿。啊，带个发饰。好的，来，所有女生。今天晚上又是跟着李佳琦学习的一天啊！我们还有最后三个产品，我们的娇韵诗身体护理油以及正轩墨气垫霜，买它。对，还有就是我们的 Clean 香水来喽。是，美眉们，这一瓶我整个在家里面，今年冬天已经玩了一整瓶了，
我跟你们说，我推荐给我身边所有的同事，就他们想要用精油的女生，对，这一瓶真的 trust me 买它。而且我跟你说我是怎么用的，嗯，你真的很会，这是我的最爱的一套产品，这是我现在爱到已经不行了，已经用了整个两套了。这一瓶沐浴露神仙，你闻这个味道，哎，治愈。我跟你说，等我以后有货了啊，我一定要卖给你们，我一定要给我的精致的姐姐们推荐，真的厉害啊！三月份，不要那算了，拿走，不推荐了。对，推一下那个。下次再来，过年再来这种，好好用。但是我跟你说，把这个滴进去更好用。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娇韵诗的美们，我们的那个 SPA 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美们教大家如何在家里面做一个精致的贵妇姐姐，对，做一个精致的身体护理，好不好？因为这一个产品是娇韵诗的第一个产品，已经有60多年的经典配方，而且它是抚纹加强韧加滋润的多重功效，这个在欧美地区畅销到我跟你说已经天翻地覆，真的大卖，真的巨好的，卖的巨好。而且哦，所有女生，它是植物萃取哦，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有到什么那种坚果籽油啊，迷迭香油啊，天竺葵油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平衡我们的肌肤，来放松我们的肌肤。你知道娇韵诗的 SPA 店就是用这个来倒在你身上，给你开始按摩按摩按摩，一用就用一半，用一半瓶，一半，对，然后用完了之后你感觉你整个人哇容光焕发，对，连妆都不用化就会觉得啊很弹。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娇韵诗的SPA 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先过去咯。好，哎，来咯，我们镜头已经过来咯。是，我们老师好，老师好。是，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在家里面去身体的一个护理，比如说我们的手臂啊跟腿啊该怎么去按摩，对不对？因为今天没办法在直播间不能展示全身的一个按摩啊。你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突然？没有想，坐姿的。对，你不要害怕啊，来。我不怕，我也靠手。好，那我们先从手部开始。好的。美们认真学，如何在家里面自己买了精油，如何在家里面怎么按摩，自己学起来啊。对。好的，拿局部。那我们第一步那边有。老师，我们是先洗完澡了之后，身体在湿润的情况下。是，洗完澡了之后，身体在湿润的情况下，那给我一个喷雾，让它湿一点。让它湿一点，但是不能湿润的情况下，然后不要擦干。不要擦干，对对对对，嗯，身体在湿润的情况下不要擦干，然后直接哦，要这么多，这么多，我帮你把指甲取下来，戒指取下来。你忘了吗？就是这么多。小心。然后由下往上的这样子来涂抹，嗯，是，来，我帮你，帮我放到我手上吧。贵妇就要贵妇的享受，贵妇就要有贵妇的体验，没关系，我当小李。然后涂抹完了之后，这些动作的这个叫猫爪，是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的。哦，所以自己就这样，自己也可以，它是也可以的，对。对，然后会有很多，因为这些手法都是源于我们娇韵诗 SPA 的。然后像这个动作的话，然后它是可以就用我们握拳之后，用我们的关节部位，是，然后这样子来刮呢，它是起到一个塑形的作用的。塑形的作用 ，OK， 就紧致。对，塑形。然后像有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腿啊、手臂这些部位就都可以，脂肪都可以。哦，就是所以我们在大在家里面按大腿就可以，就是用这样。这样子的手关节的地方去往上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拉动作，哦，没有很用力，但很舒服。当然，我用我们关节部位这样子。下次我带你去。您去娇韵诗，他去过，他也去过了，就只有我没去过。然后还有一个动作，我们叫挤葫芦，就我们的手，就是适用于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按在我们的腿上。对，然后手这样子轻轻的按压，嗯，它是分两种，200克的话，然后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排水和循环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容易肿，对，对吧？就头一天晚上喝水喝太多，他坐办公室坐久了，那个腿小腿，然后穿高跟鞋穿到晚上回来，整个小腿肿到不行。对对对，来认真学哦。然后轻轻的压，然后我们是用200克的，然后这样的力度。所以怎么样？200克就是我拿个秤去称啊，200克啊，不行，280克了已经。因为在正式的我们 SPA 的话做就是用克数来衡量力度的，所以然后这种的话可以去 SPA 体验，然后但是自己在家里的话就像我们在线下买炒货买板栗的时候，哎，我要50块钱的。咵嚓，叭，49.9，走吧，抓两颗，就是熟能生巧，熟能生巧。然后就稍微重一点的500克的话，它是起到一个舒缓和放松的，然后缓解肌肉紧张感的，是比较疲劳的累的时候。哦，所以按压的方式。对的，对的，力度的，这是五百克也是不同，对，这个是500克，跟200克是有差效的，没感觉出来，就可能微微少许，少许。
就是用按压的方式可以帮你消肿。自己在家的话就可以这样子，以这些手法来涂抹的话，然后就因为很多娟师的产品呢是需要配合专门的手法，这样子的效果也会更好一点点。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天赶快学起来啊，赶快学起来。好，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大家解决一下？比如说拜拜袖，就是女生可能在夏天很注意，就这个地方的肉感觉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丢啊丢丢丢丢。就这个，然后所以我特意带来了一个工具，然后那比如说针对这些部位，我们哇塞，这什么东西啊？我第一次看到。这是娟师的按摩板，我有个绿色那个尺。这个按摩板的话，它这个部位其实就相当于是手部的虎口。哦，虎口。对，我们自己在家的话，然后可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些部位的，用手会很累又不方便，然后就可以这样轻轻的刮，然后它是促进我们的一个就是紧，可以帮助我们紧致的。是。然后拜拜袖这里。对，然后那么它这个板的这面的话，它有四重波，然后四重波我们只要顺着刮的话，它是促进然后循环。我很想让他帮我现在刮一下，我感觉很舒服，这个板子。对，很舒服的。然后那么就是它会有。这样子，这样逆刮的话，然后就针对我们大腿，然后肚子，还有我们的大手臂，就您说的拜拜袖的位置，然后这样子刮力度会大一点。然后这个是帮助我们打散顽固性脂肪的。哦，就是有结节，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肌肉结节或者是那种大的脂肪团，然后用这个这样子来刮，它力度会稍微大一点。对对对对对。哦。你看，其实这样子会好适合大腿、小腿。是。橘皮组织。是的，是的。然后就针对这种顽固性的，而且这个力度会更加的，就是深层一些。OK。对。然后，所以像这种就比较适合在家居使用。那么它这些面的话，然后可以用，比如说像磨砂。自己在家里头涂抹产品，也可以像磨砂之类的，都比较方便。哦，就是去除老废角质。对对，然后是配合磨砂膏用，有卖这个的话，然后我们专柜的话都有，专柜和私家都有。聊一个当赠品，好不好？我们下次以后，比如说买多少钱送一个这个刮痧板给我们。送个这个按摩板给我们。那老师有没有一个什么动作，就是比如说就是女生可能在家里面比较喜欢按摩的话，就是比如说在肚子上或者是在小腿上，或腿上怎么去按摩？腿上的话，那就是我们就站起来教大家一个在肚子上就怎么样按摩的一种就是小手法吧。这么的话就可以这样子用拳头刮的手法是一样的，这样就是这样，对不对？对，就是两个拳头用它的那个关节处这样做提拉。刮的话，然后就针对肚子上的，然后小肚腩啊、脂肪啊，然后比较就是难减的部位就可以这样子。是，但是还是一定要就是肚子上的，就是所有的减肥和想要瘦身都是要运动，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按摩手法，这样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包括我们在涂身体乳的时候，涂身体精油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搭配到我们的那种手法，它的产品的效果才会有翻倍。对，是的。嗯，所以我们用完了精油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把身上的精油去解决好呢？像这样的精油的话，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天气的话，因为本身我们是建议的话，然后再涂抹完之后，再用稍微偏凉一点点的水，冲一下，由下往上的冲，这个是促进循环和紧致的。是。然后，但是现在这种季节比较干燥，因为很多人身上会有这种小干皮啊，然后白色的纹路，然后那也可以不冲掉，这样滋润度会更高，您就直接再涂身体乳就可以了。哦，就是你就是把精油按摩完，等它快吸收的时候，你再涂成身体。如果你很干的话，如果你是比较油的肌肤，那你就用那种凉水，就稍微凉一点，不要那么烫的水，从下往上去冲洗掉，对，然后再涂身体乳，再涂身体乳 ，OK。这样子它涂出来的话就会比较轻薄服帖，然后、这个、轻薄服帖不油腻，对的不油腻。其实像我们去 SPA 店或者按摩店，那些老师们都会用那种半瓶或者一整瓶精油，全身帮你按，按完了就会用那种温热的毛巾帮你擦一遍。我们不会擦。因为娇韵诗的话，然后油它是百分百纯植物的，没有任何黏腻感。哦，所以这个油比较好吸收。对，很容易吸收，没有任何黏腻感。所以如果你买了这瓶油，然后带去 SPA 店，也不要让别人把你的油擦掉了，就浪费了，好不好？就用完了说好了，我不要你了，我自己穿衣服走人了。用完的话不需要的，而且就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觉得我很怕麻烦，然后我就想简单一点的，那可以就拿这个油跟我们的身体乳，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我告诉你我怎么用的，我就是把他们家的，哎，帮我把我那个身体乳给我一下。你知道我用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我就很想要早点睡觉，我就是懒，然后我就会把怎么样，就比如说身体乳就挤出来啊，比如说这是我要用的量，然后我会把这个油倒在我的那个身体乳里面，然后稍微混合在一起，对，好了，然后这样混合在一起，然后开始整个全身涂抹，就真的我跟你们说特别舒服。如果你真的懒到不行，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涂抹就可以了，好吗？这个涂完了就那个身体那个香味，跟你说就立马想要睡觉了，治愈的。对，比较干燥嘛，所以我跟你说真的好好的，很舒服。你们一定要买这个身体乳，这个身体乳到时候你们等着，这个身体乳是我用过真的我爱到不行，我已经用空了两瓶了，已经超好用。好的，那谢谢我们老师，谢谢，辛苦啦。这个给谁擦一擦，不要浪费了，我上
我先给他，我走了。来，所有女生，我们来说一下活动。对，哎，可以帮我们再拿一瓶我们的精油吗？是，我跟你说，精油一定要买它，真的，我跟你们说，精油非常非常的棒。我们今天是，其实这一款是身体的护理油，身体油，嗯、对，使用方法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对的，说添加在我们的身体乳里面，是，或者是单独配合一些按摩手法，对，起到它的滋养，嗯，好不好？这个今天真的买回去，大家日常可以用起来。是的，然后天猫店铺价是560一瓶，佳琦直播间到手价560一瓶，买就送美们美手膏30毫升，就护手霜30毫升，再送大家同款的护理油30毫升，可以带出去用的，或者带到那个就酒店里面用，然后包括还会再送大家50毫升的青春焕活精华水，再送大家15毫升的青春焕活日间霜给大家。对，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3、2、1上链接直接拍来咯。那个按摩板我们后面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大家做成赠品。对，因为这个是正装，他们在店铺都是要买的啊。对的，上链接咯。是的，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谢谢大家。在我们的25号，它正装是100毫升，对，那天天使用的话，我觉得其实来全部加货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对，如果你不是拿它出去直接当做什么，当做那种全身按摩，对，你就每天放在身体乳里面，当做身体乳的就是叠加精油去用，它可以用挺久的。对的，嗯，好吗？头顶上方红色按钮，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点上架哦。我现在整个身上味道好闻到不行，嗯，太好闻了。真的，你去体验一下。但是他们家男士是没有办法做身体，只能做脸。哦，当然。然后你记得去体验一下。我不用去了，好吧，你自己去。哦，那也行。把这个机会让给你。来，所有女生，我们的身体精油加好了。25号链接。对的，我们25号宝贝链接，我们的身体精油加好喽。娇韵诗的身体油是真的做的非常非常的棒。就从它的味道、它的成分啊，包括它的一个滋润度，包括它提取的一些精油的一些，就是你知道高级度来说，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可以帮你预防啊、紧实的一个身体精油。嗯，好不好？你用了，你就绝对会说哇，佳琦超好用，太好用了，还有我还要再买，你绝对会这样说。包括我用他们家那个身体系列的沐浴露跟那个身体乳，哦，好用到飞起来。是的。能不能单买刮痧板？刮痧板他们家不便宜的。单买刮痧板肯定不便宜的。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去抢我们的娇韵诗身体精油，60年经典配方的身体精油。哦，真。而且精油跟你们说，我跟你说精油后，我跟你说后面2年绝对大火，你们相信我啊。这个版泡椒桶已经没有了。我觉得很难成为赠品。当然，这个版600块一个，太贵了，太贵了，这个版600块钱一个太贵了，嗯，算了吧。精油还贵。对，等以后我们买1000块钱送一个这个，或者买2000块钱送一个版吧。好吗？谢谢大家，喜欢佳琦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来下一个，正轩墨气垫来喽！是的，我们的正轩墨气垫以及我们的 clean 香水。好，来，有哑光和水光版本啊，我们有哑光版本和水光版本给到大家。哦 ，OK， 我就是你，非常棒，非常变成了痘痘肌的痘痘肌代表来了。所有女生来了，我们上我们稍微皮肤没有像 Yuki 那么无瑕的一个同事的脸上给你们看效果好不好？因为他们家的真的，我跟你说气垫霜好用到不行，正轩墨气垫来了，水润的。我一半帮你用水润，一半帮你用哑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气垫霜打到皮肤上就自然遮瑕，不假面，可以的，它用 light 可以的。所有女生美们看一下，这边是它的痘痘，来近距离聚焦一下啊，对女生残忍一点，就是我们真实一点看啊，这边的痘痘是不是有点痘啊？不要再说我们就是直播间的那个皮肤看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你看压上去痘痘那2颗已经不见了。对，遮瑕力，它的遮瑕力真的好好呀，美们，它的遮瑕力真的很好呀，看到了没？容易斑驳吗？这个气垫霜巨好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气垫霜，直接轻拍开，因为它妆前是没有用任何东西的。对的，它连就是面霜都没有用，整个脸上我摸它的脸整个干到不行。我们现在打的是哑光质地的，嗯，颜色是就是比较偏遮瑕质地的一款。我们拍开，你把你的脸稍微对着我好不好？看都看不到，对对对，看我都要拍到鼻孔里去了那样。颜色的选择一会儿会告诉大家。来，过来一点点。对，看什么呀？那我们切那个切大景，大景就可以了。我们等拍完之后再聚焦给大家看细节。
先给大家上好妆，然后这个品牌大家应该就是特别喜欢韩妆的女生应该是不陌生的，它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彩妆老师做的品牌，而且这个彩妆老师给很多的明星都化过妆，就是给很多韩国的女明星和爱豆，就是、真的是顶级女明星啊，都化过妆，是，而且都上过很多就是那种粉底部门大赏啊，就是都上过榜单的。这款就是在韩国地区是韩国女生真的自己都会去买的，会入手的，然后会入手的一款气垫霜，就是好用。遮瑕力有大牌的质感，但是它就是平民的价格，让所有女生用得起好的气垫和好的底妆。好，再把痘痘局部的地方二次遮瑕。我觉得就是有痘印的女生，你用它来七七八八九九十十，不能是九九十十，八八九九遮得干干净净。那七七八八够了。嗯，七七八八就可以了。就基本上看不出来它的痘痘了，看一下，这是哑光版本的哦，所以你是哑光版本的，它打出来的底妆痘痘就不见了。厉不厉害？我只用了一个气垫，就让痘痘不见了。这边泛红，它本身有一些泛红，它的皮肤泛红也不见了，皮肤有一些痘印，是不是很厉害？这是我们的哑光版，哑光比较适合于油皮用，然后这是水光版，水光版比较适合它。水光版打出来，你可以看他们那个皮肤的妆感。对，所有女生，这水光版这边的痘痘也会有一点点啊。我们记住，脸部这边还是会有本身的痘印的。Nancy 用的是，我跟你说，我好喜欢用这个泡色，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喜欢用化妆蛋上气垫 BB， 巨好上。哦，很好上。大家在家，因为我现在化妆，我跟你说，我现在化妆，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用粉底液了，我都是用气垫霜。最近也用了一个很好的气垫。嗯。颜色选择一会儿会告诉大家，就是两种不同的质地，然后颜色也会有好几个。我们今天到手的话是189块钱，买正装我们额外有一个替换芯给到大家，遮瑕力七七八八真的还是不错的。干皮女生去买滋润版，然后油皮女生去买哑光版，大家都做好妆前保湿补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美妆节是在我们21号，我们是从20号开始，连续5天，七七八八的痘痘遮住了，但是这个大痘痘没办法，所以我只能拿到我们的小二丁去遮一下它的大痘痘的地方。对，大家在家也可以用自己的一些遮瑕笔或者是遮瑕棒去做额外的二次叠加。这就是我自己平时化妆的方式，然后再用我的化妆蛋去把边缘的颜色晕开，晕开更自然一些，自然融得更好一点。它的持妆力也是很好的。大家持不持妆其实也要取决于你有没有定妆，是有没有补妆，是，来转过来一下啊，遮干净一点。对的，链接其实是上在我们的热门宝宝链接，大家可以点开下滑到详情页，我们先去把优惠券领好，一会儿开链接大家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嗯，就是我们如何用什么，如何用它那个就是底妆打出最薄的状态，然后它的瑕疵不见。对，就是要把底妆跟遮瑕笔一起好好的结合起来，对，让你的底妆就完全看不出来瑕疵了。但是凸起痘痘没办法啊，凸起的地方是你用任何东西都遮不住的，但是颜色是可以遮得住。你看痘痘就不见了，然后看它整个脸上的妆容是不是一边更哑光一边比较偏水光，所以干皮用什么，用滋润版，对，然后我们的油皮用遮瑕版，看它脸上刚刚的痘痘全部都不见了，然后我们打个散粉做定妆就 OK 了。所有女生买它，这个气垫霜真的很厉害，而且很不错，就整个的妆容感上到脸上就是自然遮瑕不假白，而且它就是不会过于厚重也不会过于轻薄的一款底妆，好不好？清楚了没有？好的，谢谢，辛苦了。那我们教大家一下该如何选择啊，来，我们教大家一下该如何去选择。所有女生我们会有到水光版以及什么以及哑光版，佳琪建议大家所有女生皮肤只要不是很黑都给我买 light 颜色，就是那个就是17号色，比较白女生买17号，比较自然偏白买的19号，然后水光版也是一样，比较白的买17号，比较自然的买19号、嗯、我们帮大家把17跟19对比一下颜色就好了。21号色可以不用买，因为21号色比较的偏自然。自然。嗯。好不好，白皮买 17, 黄皮买白皮很白很白买17号色，自然偏白买19号色。看一下。上面一个。两个颜色对比一下，来聚焦一下。聚焦一下，上面这个是17号，下面这个是19号。如果你比较白，就白到发光那种，买17；自然偏白，买19，对就行了。然后干皮买水润版，油皮买哑光版。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比较偏黑，买21号色。对，准备好了啊！正靴墨刚刚到货45000个，没有就没有了。天猫店铺价279，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对，佳琦直播间领90元优惠券，189买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装给大家。3、2、1，上链接来喽。两种不同的质地，然后另外有几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情况去挑选。因为大家的肤质是不一样的，肤色是不一样子 的。谢谢大家，所有女生来啦！正靴墨开喽，开链接了，赶快抢它！这个真的就是存了很久的货，存了很久，刚刚才到货。对的。哦，我们一共是54000个，现在已经44000个，10000个已经下架了。链接在热门宝贝链接。是的，刚刚我看到老板把所有的货都加上来了，没有了，加不了就没有了，颜色断了就没有了啊，没办法。皮肤白买17号色，皮肤自然偏白买19号色，皮肤黑买21号色，然后干皮买水光版，油皮买哑光版。对的，好吗？谢谢大家支持哦，所有女生赶快去抢我们的正靴墨气垫霜。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哦，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然后有一个象牙白跟粉象牙白，我们尽量买象牙白，因为粉象牙白是适合于冷调肌肤。对，粉我们尽量买象牙白，不要买粉象牙白，因为粉象牙白是比较适合于冷调肌肤的，好不好？就是前面带粉子的我们先不要选，我们先选直接是就是那种象牙色，对的，就象牙色。这个它会偏一点粉调，粉调的比较适合于冷调肌肤，亚洲女生可能是有一点难驾驭，没错。底下的话是自然的，是的。没错，好不好？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泡脚桶真的没有货了，真的对不起大家。我们的百雷诗是国际版啊，对，放心的。我们百雷诗是国际版，大家可以放心的，好不好？我们都给大家看过。是的，正靴墨气垫大家自己去拍哦。我们的所有的货都加上来了，还有最后的20000个多一点点，然后每一个颜色都没有多少了，就1000多个了。对，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干皮女生，你去买水光；是，如果你是油皮女生，你去买哑光。然后混合性肌肤，你就买什么？你在冬天就买水光，在夏天就买哑光。对的，好不好？就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油还是干。刚刚有在说拍不了，哦，可能是地区拍不了，有些地区不能发货。对的，对不起，如果有地区不能发货的话，就下次再来买，好不好？要领券。对，如果有地区发不了货的话，就下次再来买，真的对不起大家。喜欢佳琦请多多关注李佳琦直播间哦，多多关注好吗？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定妆喷雾我们会在美妆节会有上定妆喷雾给大家，准备一个是美妆节我们会帮大家上定妆喷雾的，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对，好不好？美妆年货节会有啊，90元优惠券哪里领？往下滑领取优惠券，来教大家一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抢我们最后的一个，教一下大家。可以，年货节是在20号准时开始，5场年货节。去到详情页，这张90元优惠券领取成功，是的，选择对应的颜色就可以啦。是的，我刚刚用的是，17，19，我刚刚用的是19号色。好的。因为有一些瑕疵，所以用的是19号色压一下。遮瑕比较好一点。来，接下来所有女生 ，clean， 它来了，只有美们6100瓶，对，一瓶都不能再加，美们买它 ，clean。这一瓶香水就是真的，你不知道该买什么香水，或者是你说佳琪我不喜欢那种花香调果香调，我想买一个就温暖的干干净净的香水味。男孩在不在？嗯，男生在不在？买了这一瓶你就是校草。你是是不 是, 你 是, 你是这就是校草身上的味道。就是我不敢相信男生身上会有这么干净的味道，就是一个就是干净到不行的，就是男生的味道，好好闻呀。就是你知道他是那一种淡淡的，然后刚刚洗完的一件，就是在家里面，不是在那种洗衣店，在洗衣店洗出来的那种衬衣，会有一种洗衣店的味道。对对对，这是在家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闻的洗衣粉，或者是肥皂洗出来的白衬衣的味道，或者是那种你知道特别温暖的阳光洒在了家里面那种，你知道沙发上沙发上的布料香，就是一个让人很放松、很安静、很洁净的一款。Clean 香水，它的前调是柑橘跟马鞭草，但是不会那么的果香味，对对对，它会比较自然跟内敛的柑橘跟马鞭草，中调是橙花加果香和海洋香调，所以会有一点那种海水的咸咸的感觉，基调是富奇香的麝香跟琥珀，所以你闻到后面会有一点点的你知道那种吸引力的感觉，就是吸引力的感觉就立马来了。所有女生可令这一瓶香水就是衬衫香，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一瓶香味，特别是男生很值得买这一瓶香水，
就是整个身上干净到没有汗臭味那一种。我跟你们说，如果爱健身的男生哈，你们真的喷一下，或者是最近学就是在学比较跳舞啊，或者是那种运动男生，不爱洗衣服的男生，或者不爱洗衣服男生的喷一下，为什么喷了就是校草，就身上的味道巨干净，而不是那种你知道汗味、对腻味一动就、啊、对。天猫店铺价这瓶香水269块钱，佳琦直播间直接破价做直播，169一瓶。你准备好了没有？这是最低价格的 clean 旗舰店给我做的活动力度。3、2、1，上链接来喽。26号宝贝链接来。是的，这个要教一下大家，点开链接往下滑，我们要去到详情页，点击一次再点击一次就可以了。没错，你们就买30毫升就够了哦。对，要点击两次哦。对，赶快往下滑，领取优惠券下架了，来全部加货。好，马上。我们全部加货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全部加货给大家，泡脚桶真的没有货了，真的没有货了，没有货了，泡脚桶，年前应该是蛮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来 ，Clean 香水加好喽，26号链接，700瓶，啊，把所有的货加上来，还3000瓶，加了，最后3000瓶哦，女生可以用吗？可以用，就刚干净的香味，400瓶，没了，所有的货，那我们对不起。就所有的货只能踢人了啊，只能踢人了。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产品就给大家来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会上的产品有哪些。好的，好吧，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8:15我们会上的产品有哪些啊。 Well， 明天晚上有汤姆农场的坚果，我的天内终于来了。是的，明天晚上我们会有汤姆农场的坚果，明天晚上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网红大虾片，我们的聚来福的虾片，是的，聚来福的大虾片，还有我们的泰森电烤鸡胸肉，这里是低脂的，还有所有女生女儿真苦荞茶公益链接来了，佳琪去了宁浪县的苦荞茶，对对对对，很好喝的苦荞茶，还会有到的是刘米雅的活性活的酵母面包，我们在北京自己吃，谢谢，整个从晚上吃到凌晨，很好吃的面包，活的面包，以及我们的望山楂的饮料，这里哦，爽，是的，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我们的酒心巧克力，在这边，嗯，艾顿伯，艾顿，艾顿伯格酒心巧克力，嗯，还会有到的是虎棒辣椒酱，明天晚上还有虎棒辣椒酱，还有果壳小飞象睡袍，我们刚刚那一件，是的，我们的果壳小飞象睡袍，明天晚上来买这个睡袍，睡袍超可爱，小飞象的，还会有妙洁的日抛型的抹布，对，还这样子的妙洁日抛型的抹布，就是用完了搞完卫生直接丢掉，还会有到的是虎牌的保温杯，哦，超好的虎牌保温杯，这个虎牌保温杯超好的，还会有 The Laundress， 哦，我们那天我跟万万两个人 battle 到吵架那种，所有女生 The Laundress 一定要买吧，一定要买，求求大家，贵妇姐姐们明天晚上一定要买它吧，你懂它吧，我也会买它，我不会，你懂它吧，你们懂它吗，你们的针织的贵的羊，贵的毛衫，嗯，贵的双面泥衣物，这个就是你真的，我跟你们说，你那些双面泥到外面去洗，你就在家里自己去洗， The Laundress 你一定要买它吧，买这太懂了，这个真的很棒，美们400块，我们明天晚上299，还有190块，我们明天晚上149，对对对，很划算。有一个组合，还有高，哦，还有到的是我们高洁丝的卫生巾，在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新品，然后它拍一到手是69.9块，拍二到手是109.8块，进来买。Yes， 还有我们的 Shark， 蒸汽拖把，对，蒸汽拖把，我们的 Shark 的蒸汽拖把，在这边，对的，就是家里面搞卫生这款干嘛？弹吉他，当当当！啊，蒸汽拖把，还会有到的是哦，哦是 fresh， 所有女生 fresh 沐浴露跟身体乳，好好闻的沐浴露跟身体乳，明天晚上来买它。对，他竟然给我做直播了，而且你知道价格多少钱吗？还是划算的。明天晚上请抢他。对 ，fresh 竟然把他们家身体系列给我做直播了，我何德何能？这个要买。美们，好好闻的这个。巨好用，用过的都是完全就是离不开它那种。对，嗯，胖胖是最爱这一套了。哦，嗯，美们，这一套460，明天晚上我们370，嗯，还送大家60毫升的大豆洁面。嗯，对的，还会有多芬大今晚身体乳。这里，明天晚上这个会抢疯。明天晚上我只有60000瓶，59块钱一瓶，佳琦直播间40块钱2瓶，多芬大今晚身体乳买一送一，49块钱2瓶买一送一，还有多芬泡泡沐浴露。这里多芬这两天怎么这么勤快啊？开玩笑，
啊、哦，所有女生难怪他们家在做活动啊！来，美们，59.9元两瓶，要买多芬的白桃樱花白桃沐浴露，很好闻的沐浴露，还有小奥汀眼线笔，这里刚刚佳琪画眼线的一个新款眼线笔，对，小奥汀眼线笔98元两支，还有优时颜微笑眼霜，对，去眼霜来喽，还会有所有女生我们的东京肌旅的钻石水光面膜，对，一个新款，这里，对，钻石水光面膜，两块膜布，对，两层膜布的啊，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科沃美的科沃美的一个1964的一个机能水，这里对化妆水，然后还会有到的是 Too Faced 的三，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大块的，一个是三小块的高光，对，有这一块 Too Faced 的高光三件套，我准备了这个和大颗的啊、嗯、还会有到的是赫丽尔斯的玫瑰安瓶升级版，这里升级版，以及 Pat 的十色圣母眼影盘，对的，超美，哇，它那个钱，这就是钱，好不好？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今晚，这就是我们明天晚上的所有产品。明天晚上8:15，请大家准时来李佳琦直播间。谢谢大家的支持哦。那大家早点休息，我们明天晚上8:15再见。对，好吗？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大家辛苦了，拜拜。明晚见，拜拜。明天见，拜拜，拜拜。